来，那刚才二九四保留，你看到要保留吗？要。好，二九四就保留哈。那刚才是说要看了再决定，二九四保留哈。是我的案子。对，保留。还是我们位。二九四是，对啊，二九四是我的案子。对啊。为什么要保留？我跟你讲，人伦智商这个东西，你在。昨天有一个案子没有过，今天这个案子过，都是在保留。不是再讨论一下啦，哈，在你昨天有一个对啊，按专门在挡这个案子哦，这原住民智商同意不是小英总统做得到，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当然做得到，那个又不是私有土地，已经是国有财产署的国有土地了。保留好了，啊，国有财产署都已经同意了，不是因为这样子啦。柯总，知道我有时候觉得，你对于这个原住民土地传统领域的案件，有时候你反对都让我觉得蛮无厘头的耶。那你要买个机器？啊，不是，因为国产署都已经这个主决议哦。不是有问题，我不会跟你讲。不是啦，我跟你讲，我不是自己写哦，我是请国产署写出来，因为他原本就在去年有一个主决议已经是过了。然后我再请国产署哈，针对现在有发生的案件，写出他觉得他们可以做到的主决议。那是因为昨天原民会自己让原住民的权利倒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意见。没关系，我们再好好再沟通一下了，好不好？哈，再沟通一下哈，先保留了，不然我们按这么大家会嘛不保留。本来已经通过的，还可以拿回来重新测。那我全部过去的，我全部解释，我再拿回来测，我全部都保留。刚才就讲说要保留了，没有，刚才是过了。我刚才就有讲说，刚刚主席已经讲说是通过了。再来自己问。门口会有厉害。他是有找国有财产署来了解啦，哦，是有啦，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原民会两个单位来做一些协商。是原民会他自己没脑袋，看不清楚嘛？那我们让原民会跟国产署。国产署现在那个土地是国有土地，国产署已经同意。我们原住民智商同意的部分哦。来，回来。不，刚我不在现场啊。不过院长，你是不是说明一下哈？就是说，高路委员可能介意的事情是，如果刚刚院长有裁示说这个案子通过，那突然现在又变成了是说保留，那这样子的原则是不是适用在其他的案子？之前过的全部可以抓回来做保留？因为我人不在现场啦，我不知道怎么才是。我再说明给你听。那没有了，没关系了，来，我来讲啊。他说一套，你说一套，他凭什么听你的？所以我问主席嘛。这样子啦。现场你在讲什么？那等一下。啊，我不是请主席才是，调录音带可以啊。现在去把录音带调出来看嘛。有什么问题啊？你凶什么啊？好，不是这个。我要讲的一件事，有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子，这个原住民土地的案子，原住民传统领域的案子，就拿出来刁难。这个你有时候也要懂得以德服人嘛。这个是这样子啦哦，到这个案子是跟昨天的原民会的案子完全一样嘛。那因为里面牵扯到国有财产署，所以我们希望原民会能够跟国有财产署。能够做一个讨论，那国有财产署不是我跟你讲，你要如果你不让我讲，我就不要讲嘛。好，是黄委员是希望我来说明过程嘛，你要让我讲完。那国有财产署可能有跟高路委员您互相之间有沟通，对不对？所以他写今天这个主决议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你说是他们写的吗？对他们写的。好，那在进行的过程，的确是我说。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让他通过哦。我问了国有财产署，那柯总召是在旁边有讲，这个等一下让国有财产署他有把他请过来，好、哦，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边谈，我就继续进行，好、哦，那我也要很坦白跟议会的讲，当时我第一时间点是有裁示这个是通过，哦，好、哦。那但你他有说你等一下，让他跟国有财产署
谈过之后他再处理，所以他过来跟他谈，第一时间点谈完没有跟我讲要保留，这个是现在才保留，我们这个刚才时间点我就一直在处理了啊。我这样讲啦，他是有这样讲的。我说等一下我看，啊，他我跟你讲哈，先谈一下。昨天圆明会本来也说 OK 咯，就昨天就啊，就是你柯总召在那边恐吓圆明会说你要不要看清楚，昨天就没有够啊。好了，本来圆明会也 OK 咯，这样子啦哈，这样子啦，我来处理这样子啦啊，爸，不要我们这样子啦啊，请民进党党团啊，总召这边也再好好针对这个案子，跟国有财产署跟。圆明会研究啦啊，尽量以比较宽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预算案呐，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体谅包容啦啊，因为毕竟原住民的委员帮原住民的朋友讲话啊，争取权益，我觉得也是应该啦哈 啊，那么站在总召的立场。他必须兼顾到每一个案子的一个衡平性，也是很困难啦啊，哦，所以我们反正明天还要再协商，哦，第二轮我们再请，如果有一些案子我们有必要再请过来再做讨论，哦，那我们反正是礼拜四才要处理嘛，哦，所以还有时间来处理这个，我们先不要，哦，现在再回头讨论这个议题啦哦。但是我们先还是因为毕竟时代力量今天也保留了非常多的案子啦哈，我们还是先处理，等一下教育委员会的预算先来处理，大家把心情先放。我要跟你讲，民进党的政治诚信破产了，啊。好，好来来，国昌委员来，保留多少案子是一回事。我们在各个不同委员会的案子里面，以我们所提出来的案件数跟中国国民党所提出来的案件数，说时代力量提的太多恐怕是背于事实。好，第二个，刚刚我请主席裁示的只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说我们今天协商完了，主席做了裁示了，好，是不是可以事后反悔，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在争执的是这个原则，没关系，那还是只有执政党的可以事后反悔，其他党团都不能事后反悔，没关系，那不是说你要同一个原则把它适用清楚吗？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所以嘛，这个会议如果有要，这个会议如果有一个主席的话，我们当然听主席的才是嘛。请问这个会议现在有几个主席？听谁的才是？那个叶董事长想想，才是看看啊，那个第一，我在场啊，我当场表示意见啊。这个这样子，啊，没有关系嘛，既然柯总都坚持我们把录影带调出来看嘛，看按照会议规则要听谁的才是嘛，啊，这样子啦，哦，是听院长的才是还是听你总召的才是嘛，这个案子都可以吧，现在调带着出来看嘛，立法院立我问一下下面我这个大家我已经拍下了，啊，当时也拍下啊，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啊，大家都是立法委员，人民现在在看实况转播啊，我觉得我们都要心平气和来处理事情。纵然这一个议案通过，民进党党团也可以提相对的议案来让它通过，来做一个平衡，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好，那我要承认这个案子我是有裁示通过，但是柯总召是有跟我讲说。等一下他要找国产署来谈一下，那个时候对对对对对，他所以他当场就叫过来，那时候我没有裁示这个案子先保留，因为我们就一直啪啪啪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案子啊，我是觉得啊，民进党党团可以提对案还是怎么案啊，到院会处理，那这边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程序来处理，这样好不好？好，来来，那个黄委员来，我坐在这边开会，院长应该可以同意一件事，对于你的裁示、你的建议，少删一点，并起来冻结。我们只要该谈的事情谈清楚，来报告。我没有一件不
不接受主席的裁示跟建议的。对，好，但是我觉得既然大家要在这边协商，就要把规则讲清楚。好，现在的意思是说已经通过的案子大家还可以再另外提对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谓通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在立法院在审议的过程啊，难免就会啊，像上一次的预算审查也是碰到啊，有一两个案子，那时候大家也有事，有一些争执啊，那么总是院会是最后处理的机关，虽然我们是协商啦，哦，是院会还是最后处理的机关啦，最后的决定还是院会，不是党团的协商啦。所以纵然我们在这边协商，有时候到院会，你看有时候协商下面的委员还反对，我们都不能通过那个协商结论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不过我还是觉得啊，民进党党团稍微再思考一下啦，哈，我觉得很多的案子啊，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像会影响非常的巨大。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的预算审查能够顺利进行，而把预算尽早的完成啦，好不好？好，好，来，我还是继续确认规则哦。已经通过的案子，到院会里面是不是可以再提对案？我只要求把这个规则讲清楚。好，因为哈，这个事情会直接牵涉到我们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我们花时间坐在这边协商所获致的结论，到底是算还不算？针对一个案子，四个党团的代表坐在这边，可能讨论三分钟，可能讨论二十分钟，大家获致了一个结论。主席也裁示了，我们大家所投入的劳力时间费用就在达到主席最后裁示的那个结论，避免到院会的时候还要再多花时间处理，所以我觉得维持那个结论是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坐在这边协商。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运作的规则是即使在这边有结论都讲通过了，到院会里面还可以另外提对案出来表决的话，那没有关系，把规则讲清楚。好，不要说有人可以提，有人不能够提，有人可以反悔，有人不能够反悔。我要求的很简单，一个规则大家都一体适用。好，我所谓的对案啊，我们希望啊，对，依照我们的啊，这个之前行使法啊，我们72条啊，这个有8个人以上的联署或复议，得对其全部或一部提出异议，这个院会就一的部分要处理了啊。我们都不希望动用到议事规则，但是如果说搞路委员的案子通过了，另外有同样达到法定人数提一个案子，不一定是对案，不一定是把你抵消的案子，他可能也有一个主决议案，那你也不能够禁止他们不能提案呐、啊。好，好，来，两个问题哦，一个是提案的门槛，一个是提案的时间。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所有提案的时间已经过了，不能够再提案。这个是我现在坐在这边的理解。那如果这个理解有错也没有关系，大家把规则讲清楚，进去院会表决以前都可以再提案。这个，因为按照你刚刚所讲的议事规则的话，这个是提案对门槛的问题嘛？那我现在在讲的是时间点的问题啊。好，我们大家不是都讲好了，时间点一到就不能够再提新的案子？那现在是连时间点这个原则也要打破吗？这个我跟黄委员报告，上一次习委员也提到这个问题哦，这个曾委员当时也在场，立委员也在场，我们是允许在大概20案的范围内。对，20案的时间点到什么时候？就是在院会处理之前。不是昨天下午？不是，不是，不是，那一天我们是讲到院会处理之前啦，哦，所以这个一定要跟黄委员，因为那一天来协商的徐永明委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啦。但是大家最后的原则就
啊，以20案以内为原则，在院会处理之前，这个有这样的，我们看那个党团协商，你就可以看那个结论，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了。对啊，所以啦，哈，我们现在坐在这边讨论，很有可能要面临的状况是，即使在这边主席才是通过了，我们还是会面对到院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对案出来。院会，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提，在院会大家都可以提，所以大家就以不超过20案是大家的默契嘛。那一天我们大概各党团都觉得，有时候院会处理之前有几个案会有失误，所以他们可能会提出对案，所以我们当时我就才是说不要超过20案嘛，就是一个没有，就是大家觉得要有一个原则性可以提案啦，并没有，我本来是讲20案，你可以调录音带啦，可以调录音带啦，好啊，高陆委你也在嘛，那一天你也在嘛，哦，所以并没有说院会处理之前不可以提案，只是希望院会处理之前不要提太多案啦，那一天是这个样子啦，哦，来，我跟院长讲一下。对您那天的那个规则，对我们的理解，我说我们的理解，我指的是时代力量党团的理解，对，是说好，大家为了要让议事人员好准备，要装订成册，所有的案子在一个基准时间点把它提完，对，但是难免有遗漏，对，那既然难免有遗漏的情况之下，周末开始协商之前，你要再补题也可以，但是尽量不要超过20案，是院会之前啦，没有啦，好了，那个把曾委是啦。曾委员还有李委，你们可以说明一下了，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就依据实际来讲，提程序的问题了。假如这样扯一扯，又扯快半个钟头，我不晓得今天晚上要到几点。我觉得赶快进入程序好了，好不好？就进入看看你后续哪一个案要讨论，继续讨论。没有啊，当然曾委员希望议事能够顺利进行这一件事情，我也尊重了，真的，我真的尊重。但是我也要请国民党党团的代表能够理解，我们坐在这边讨论的就是一个规则嘛。如果今天没有人要把刚刚主席才是通过的案子要翻案，我们刚刚这些时间通通都不会花。但是好，你把可以把那个录影带调出来，刚刚真的主席对嘛？所以我刚也不是说嘛，就是把录影带调出来啊。因为民进党党团也主张要调录影带，国民党党团也主张要调录影带，我们同意嘛？当院长才是的时候，对啊，现在就来勘验录影带嘛。柯总高就有讲说他有意见啊，对嘛？这是事实了，他也把国台局的政局长叫过去，马上看。所以嘛，没有，我们就来勘验录影带嘛。院长是说，就来勘验录影带，看主席什么才是的嘛。要看录影带。如果两大党都这样主张，没有关系啊。来，那导师一下，没有看那录影带。我们来看录影带嘛。对对对，不对？一个派一个代表去看就好。我们今天马上进行我们底下部分嘛。不用啊，你现在这个争执就先把它处理完呐、啊。那要不然的话，现在这个规则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啊。你无对很牛，我是很牛的很高。对嘛？因为昨你也主张要勘验录影带，曾明忠也主张要勘验录影带，两大党在这件事情上有共识，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勘验录影带嘛，看主席怎么裁示的嘛。这个我想我们看录影带啊，后来我们对嘛啊，所以就来勘验录影带啊。我们这个案子哦，你看啦，我们继续来，像讲拍讲野赛啊。我们这个案子哈、哦，再沟通啦，我们再沟通一下啦，好不好？好、哦。这个我们可以沟通程序，但是本来主席已经都才是通过了。我当场也表示一下，难怪回去你没有当场表示，你是事后你是跑去问，没有关系的。跑去我讲，昨天有一个同样案子，主席已经通过了，我还跟你拭目交接呢。我说，然后对你微笑呢，你也对我微笑呢。我说对你微笑，啊，你不是很开心的？就说好，终于那时候主席说什么？主席说我。高陆用这个案子过了，我们后面那个有名的案子也要这样，同样的比较慈善，不是吗？你自己也是这样讲。我不会用这个东西。大家回忆一下那个记忆嘛。我还跟你微笑的啦，怎么可以这是国家重大利益。刚刚主席都讲过了，我们让高陆用委员这个主决议通过了，后面的重大财政委员会的这个案子也。
也请时代力量能够更宽容，不是就是那种意思吗？好，来，李委员来，这样呢吼，也是一个坚持的。我看这样子啦，明仔我爹嘛，明仔再请，还是或待会把国有财产署请回来啦。我买过，那个先看录影带，看事实再来讲。我看录影带，我买麦克风不黑啦。这是在演那个周星驰电影哦，我通过了，我又不通过，我通过我又反悔。大家退一步啦，我们在演闹剧还是喜剧啊？大家退一步，这条路是走到中间再把国有财产署找来，针对这个案子各讲一改嘛。我觉得我支持洪军兄的建议哈，我们把这个案子。应该要怎么处理文字，怎么修正，会让大家没有后顾觉得这个案子的内容有所挚爱难行，我们朝正向让它通过的方向来，这也可以谈，没有关系，好不好？好不好？啊，那很好，好，对啊，那请国有财产署再过来再谈，好不好？哈，这严重委员会的事情啊，是同意的，没关系啊，同意，我们请他来了解。他人民会，他是改成公有土地、国有土地，那不就是国有财产署的土地，不就是国有公有土地吗？啊，所以我们就以洪金兄的建议，朝怎么样来能够通过的那个方向来处理啦。好，然后好了哈，就这样子啦哈。好，我们这样子大家就好啊，不然啊。这个保留了两灾，对啦，另外一起还要有，那要人民会了。还有啊，我真的要跟国昌委员报告啊，我们在院会处理之前，真的是可以在有少数的一个提案，这个的确是真的了，不是在处理之前呐、啊，是在院会之前呐、啊。那个就是修正动议是。在院会处理之前，但是那时候我本来是讲二十案，好、哦，这个回去可以问一下永明兄。但是大家觉得案数不要限制啊，反正就是不要太多这样子啦，让大家有一个空间啦，哦，这样子啦，来，好来。我最后哈、哦。好。我是来奉劝，就是民进党啊，如果这个案子哦没有过，在这里就正式宣告。民进党的政治诚信破产。好，然后这个案子非常的简单，这个案子非常的简单，意思是说，在小英总统执政底下，原住民的土地还是依然的被标租、被标售跟出售，而这样的冲突聚集在这乡镇公所跟部落，那我们觉得这问题可以在中央就可以好、哦、去做协调，由国产署跟原民会做协调。然后这案子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丢给乡镇公所，而是说你国有财产署，你遇到传统领域，你国产署就找原民会就好了。有那么难吗？我们所以国产署当然就 OK， 他直接可以对接，他直接可以跟原民会去讨论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问题只是把地方乡镇公所原本是丢给乡镇公所拉回来，由原民会跟财政部一起协调的主决议，就这么简单。好，好，这个刚才李鸿钧委员的建议，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处理了，尽量朝。能够通过，那大家都能够该顾忌到的顾忌啊，该照顾原住民的来照顾的方向来处理，好不好？好、哦，这个就这样子了哈、哦。来，我们进行中研院的预算的，我们先看那个中研院的预算表啊、哦。那么中研院的预算在我们是以第一目啊、哦，我们是以目开始哈、哦。我们那个副院长。我们是以目啦哈，这个你们主计长应该知道啊、哦。那么第一目啊、哦，第一目是哦，第一案哦，有所谓的业务会的临时人员的酬金，原列数是啊29亿啊53,127,000元啊、哦。那么在委员会是怎么处理？委员会没有这个案子是那个民众兄，我们这边是要冻结5000万，然后做专案报告，你觉得呢？改书面好了，要不要？书面行不行？书面 OK 了。
等一下吧，书面啦、啊。可不可以金额下降一点点？好吧，因为这是临时人员的经费呢。不是不是不是，我意思是说这里的十分之一啊，不是总数。临时人，临时人总金有多少？好不好？五百万了、啊。好了，啊、那我们这样就冻结五百万，改书面了啊。临时人的酬金多少？总共多少？总共29亿这么多。好了，改五百就是冻结五百万，改书面啊。那我们就进行，第一幕是，我们就一幕一幕嘛。第一幕是没有处，就是委员会没有。就是第一幕，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哈，因为我们这边党团也没有提案啊。那我们第二幕啊，我们看第二幕啊，这里总表这边看第二幕啊。第二幕啊，黄昭顺，我们第一幕啊，在委员会啊。简列1100万是五个目全部的吗？对对。是总共是1100万。第一目是一般行政是简列100万，你怎么说没有？不是，他有简列100万，但是我也没有在提案。不是，你要在上面，我要宣告啊！我们这个协商就是要宣告，要简列啊。院长，你刚刚已经宣告正确了，就是说按照委员会的。好，那委员会就简列100万了哦。那第二幕的话，一般学术研究及评议800万，是简列800万嘛？对，在第二幕嘛。好，简列800万，然后冻结2000万。对，冻结2000万啊、哦。好，这是委员会的。这里我在屋冻结2000万嘛，哦，冻结是在下面，再先看简历，再看冻结，它就两层面，这样比较好看。不，有那个第二幕哈、哦，我们现在第一幕就啊，简历100万就照委员会的意见我们通过啊、哦。那么第二幕啊，我们是以幕为单位啊、哦，第二幕是。啊，简列800万，然后冻结2000，冻结2000万，对不对？对。那是提书面，哦，简列800万，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那现在我们的第二幕哦，总共有四个案哦，一个案是啊、黄昭顺委员，他啊、要冻结1000万，提书面。那我们能不能纳入委员会的2000万？哦，好，那么第三案是时代力量啊高路委员的冻结10%，那10%大概多少？院长，好，8200万。那高委，你这边好，这一案哦是在。讲就是说，那个中研院的法定的编制人员的缺额是一直在增加。如果以研究人员来讲，缺额97年是92人，2017年8月是152人。那缺额的呈现是逐年增加的趋势，还不包含就是行政人员。可是现在，我其实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过去2年一直提案，就是说原住民的人才的培育应该要比过去还要积极。但是到现在3年了，目前为止，其实原住民的这个在这个中研院的人才根本就没有在增加，然后呢也没有在培养，所以因此呢才是提案，就是说。针对这个人才培育及延揽计划，希望能够提出一个相关的专案报告，所以要冻结10%。那，我是希望说中研院不要就是一直在委员会糊弄啊，真的是要做，因为在这个比例上来讲，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在中研院是非常非常低，而且呢，目前来讲只有一个助理研究员。好，那你的建议是怎么样？来。你的建议是要冻结10%，还是要纳入2000万，然
然后提书面报告，还是要专案报告？我是希望他能够冻结，但是也可以并到其他的主席，但是呢，就是要提这个专案的计划。专案计划还是专案报告，这是不一样哦。专案报告。好，那等一下，好来。这个我比较抱歉了哈，高露也是好朋友哈。中研院，我们要中研院要去的资格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格嘛。哦，那人才培育是一定要，对原住民的人才培育是一定要。可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中研院？我想这个是有一定的他的审核的基准跟他的水准嘛。中研院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机构了嘛。哦，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种族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是一个等号？可是他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培育原住民人才，这个是我们是应该要做。可是在不能就是说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等号，就是说我一定要有多少比例，这个比例就不对了。哦，这个就不是原则了。哦，所以这个要讲清楚啦。哦，要讲清楚。哦，那培育归培育，我们如何来培育原住民人才，这一定要做。那可是要进入中研院，毕竟还是有进入中研院的它的基本的它的原则在吧。那个洪军兄吼，我带你报，不，我带你报告一下吼，就是说中研院当然有它一定筛选人才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是中研院出来的，我非常清楚中研院整个在人才审查外审的那个整个程序大概是全国最繁复的。那其实搞路他提这个案子是善意，他也没有说什么要有什么保障名额，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刚刚他也示出善意了嘛，他也没有说要多去动什么，他也愿意把它并在里面。但是搞路就是希望说并在里面以后给他一个专案报告，那就原住民人才的培育跟延揽，希望中研院多用一点力啊，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怕您刚刚那样子讲吼，没有接下去讲会引起其他人的误会啦，就搞路也没这个意思，他只是说稍微强化一下我们一些，譬如说，你多让一些原住民的人去国外取得学位了以后啊，知道中研院这边在整个揽才招募上面的研究方向、研究计划这样子啊，他对啊，他要的他也没有要多动了，他已经刚刚已经示出善意，同意并到前面的金额嘛，啊，只是说拜托中研院这边副院长这边回去可能请院内的同仁能够稍微想一下，然后来做一个专案报告，这样就好了啦。嘿嘞，因为中研院啊，我先讲一下，再请高路员讲啊。高路员，我们刚才啊，你也同意并入啊冻结2000万的第二目里面来做处理，就啊跟黄昭树委员一样是并入委员会。你的目的是要希望他对原住民的计划有一个计划，能够要怎么样啊揽才以及培育嘛啊。那专案报告是要到立法院来备询，哦，那因为我看中研院的项目也不多了，哦，那委员会大概都是书面做啊，解冻啊，都是冻结都用书面，能不能就针对搞路委员的案子，你们对于刚才他提到的人才的培育跟揽才对原住民的部分，你们的计划用一个书面的送交啊，这个立法院，那这样子就针对原住民的部分，不要专案来哦，那又对他们来讲哈，哦，这个学术界都压力都蛮大的啦哦，好，哦，是不是能够改书面？但是就针对你的问题用书面这样子？不是啊，因为我这个就是原住民人才培育跟延揽哦，他其实我已经讲了3年了，然后我觉得学者很厉害哦，那个随便写哦，要写个计划都很多，可是这是诚意的问题。好，如果你坚持，因为他们给我的资料，他连攻读生都给我写在那里，把攻读生加上去，他
才不到20人哦，工读生跟大学生跟这个约聘，就是来实习都可以算进来呢。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诚意啊？你要不要积极的去培育这个人才？我们原住民如果精英多一点哦，我们的发展会很好，会很快。可是现在就是在整个教育体系，我觉得从这个小教一直到高教到中研院，我都觉得都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要的是积极的措施。好，我讲一下，等一下，中研院这个八亿多是人才培育及人才计划，到底在做什么？你现在讲他高雨用，像高雨现在讲的是。来这刚入金融加起来不到20人，是基本是要就职的问题，不是人才。哎，这个你要把这个你的计划是在做什么，先讲清楚。中研院是在负责原住民人才培育啊，人才，这是你们有没有你们项目里面一个和这个媒体讲好了是不敢换的，一定要直接讲讲好了台阶。那我们政府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法规，就是说每个机关里面，包括原住民，包括至少金融多少，那是另外一个。另外的事情呢、啊，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对啊，他们就是拿给我看的资料是这样、啊、我现在不懂你在讲什么。不是我说的，我跟中研院讲，就是说要去培育人才，结果他拿的资料就是这种工读生，然后大学生的资料。讲完讲不好，我现在搞不清楚。好了，我们你讲了半天是没关系。老科委员，你让小科委员来讲一下。好，来让。因为长期我们就在教育文化，我也知道高路委员对于中研院这个有关原住民的培育，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因为这个计划其实也是他一手，他特别去把它筹设出来的。那我想他今天会。非常在乎这个，那我想回到我们委员会里面来啊。其实说专案报告，就像是中研院通常第一个是院长会业务报告，第二通常都是来就是做有关预算的部分，然后在要备询的部分里面，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他专案报告里面就在这里面加上一项，因为我们常常在开会的时候会有两三个、三四个专案报告一起，你就看各位委员他们需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就来做，所以专案报告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好，以教文来说，而且刚高路也特别提到的，他要把它纳入到冻结的部分，是纳入到我们这边的木马，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列专案，但专案就跟院长的一些业务报告或其他的部分相关，三四个把它合并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好不好？那就如此，尊重高路。柯委员，我要搞清楚，杨柯委员，我要搞清楚一个事情，就是说。老陆刚才讲的是要到中研院里面去上班的人加起来不多，是一个 issue， 还是要对原住民人才培育与人才，对吧？好，万一一做一个工是工来在一个呀，你我的意思是说，中研院给我的是这个本来就业给的是就职，是你在那里模糊啊？我们就请中研院来做专案报告，然后我们就这个题目就打住。等他专案报告之后，你们照委员会再好好执行他，好不好？好，来，院长，就刚刚搞路委员所讲的，中研院如果说你整个你包含临时人员的经费都有29亿的话，其实刚才高路委员所讲的说你原住民只有20个人不到，是的确是很奇怪了。你们真的除了他们的要求之外，还要去研究一下说你们在各方面人才的使用上面有没有原住民的歧视啊？你没有歧视之后，其他才有办法处理嘛，对不对？因为高路委员他在每个委员会里面都很用心去要求说原住民的事业啦、中小企业啦、人才啦，应该要多去重视。但是你们这边的确是偏低啦，可能也有区位的关系。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也请你注意好不好？好，来黄委员，没有，因为我刚刚对不起，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搞路他要的也是希望中研院稍微说明一下状况，因为有很多事情哦，其实在这边谈不清楚了，那也没有要多冻结嘛，就如同刚刚院长所裁示的，就并到前面冻，我相信对，因为冻的是本来就冻了，我相信对中研院的运作了是不会有对有太那个，那到时候中研院来专案报告的时候，再把数据摊给大家看，所谓摊给大家看，譬如说啦吼啊，过去10年有多少人申请啊？审查的标准是什么？通过的比例是什么？那中研院跟台大两者之间相互上面的比较，比如说教员人数的比较，里面原住民的教授或者是研究人员的比较，或者是博士后相关的，我觉得这个等到委员会
来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那也给中研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时间说明，其他委员有不一样的看法或者是说建议，我觉得到教文委员会的时候再处理嘛。好，那么这个我们第三案啊，稿录委员的冻结10%，我们就并入冻结2000万之内啊，就以2000万之内，但是在委员会提的书面报告，我们就改专案报告啊，这个是第二目。那第四案、第五案都已撤案，我们现在看第三目，第三目啊，第三目委员会是冻结500万书面报告，那么第六案已撤案。那么第六案已撤案，所以我们就第三目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啊，就是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好，那么第四目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第五目没有提案，我们一样照委员会通过减列200万，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那么第六目无提案啊，所以因为没有无类数啊，就是表示没有预算，所以我们就不处理。第七目啊，第一备金737万5000元，委员会通过预算，我们就照例。好，那么主决议我们啊，主决议，主决议有撤案吗？主决议在哪里？哪一个案子？第几？第七跟八，大家看七八。七八照案通过吗？七八照案通过，八撤案。那所以你怎么说？七是第七案有没有问题？正照办理。好，那我们就通过第八案撤案了。好，那中研院的预算就好来。再来就是故宫。中研院的预算，那个院长，我可以问所谓照案通过的案子吗？什么照案通过？就前面第七案嘛，第七案再有啊，你看这一本。对了，我知道，我说我可以请问吗？可以，当然来。因为所谓的照案通过，就是提案的党团提出来，行政部门同意，叫做照案通过嘛。我省到这一组结束就好。好。那呢？对不起啊。好，来，现在我都谈多少努力还没来？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原则上面就是提案的党团提出来，行政部门同意，就是照案通过嘛。对，没有错。那但是我们在这边所建立的原则是，其他党团如果有意见的话，那就也可以提，也可以提出来嘛。对，可以保留。对，好，把这个规则建立清楚就好。对，那就保留。那我现在没有要第七案要保留的意思，但是针对第七案的内容，我想要请教一下。好，那请。那个第七案里面写就是说要中研院去强化学术伦理的观念这一件事情，那避免学术伦理的案件发生。老实讲，我看到我是很惊讶，我真的很惊讶。今年中研院有什么学术伦理的情况发生吗？因为它里面好像似乎有指涉说，中研院有研究人员涉及学术伦理的案件，我看不太懂啊。主要是针对去年那个陈庆氏案提出来的，生化所所长。哦，是针对那个陈所长的案子所提出来的。对，去年一年半前的案子。那现在陈所长，你们最后采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当时知道，马上就请他离职了。请他离职是革职还是让他辞职？就是革职，就直接革职掉了嘛。他当时发生的案子是在美国，哦，那我们后来知道，马上就请他。啊，中研院采取的措施是革职嘛？是辞职还是？对吧？应该是革职啦。不是啊，那这样子我就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才是我认识的中研院。对对对，我不管你是一般的研究人员还是所长，对，你只要涉及到学术伦理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 ，OK， 好，好，那第七案没有问题吧？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哦。来，我们进入故宫，你们好，就这样子了。好，那看条件还不错了哈。震撼教育。
没有被波及就好了啊。妈，不是，不要吓坏就好了啊。你们都学者啊，没有波及就好了啊。来，故宫请坐啊。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故宫陈院长啊。好啊，那故宫的部分啊，这个在委员会啊，故宫的部分委员会是啊，我们从第一幕开始啊，第一幕开始啊，第一幕啊，一般行政啊，那么啊，林义华委员已撤案，那么委员会第一幕是一般行政是减列150万啊，那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减列150万啊。那第二幕的部分，第二幕委员会是通过预算照列啊，预算照列。那么我们这边有两个案子，林义华委员已经撤案，林立产委员改冻结50万元，然后提书面，那么。这个陈院长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你们可能有跟人家协商的啊，就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那么第三幕第没有提案，委员会也照案通过；第四幕没有提案也照案通过；第五幕没有提案也照案通过啊。那么第六幕。是安全管理维护啊，在委员会是照预算通过，但我们赖世宝委员他是减列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但我要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统三的部分？好，那我们就依统三处理啊，好不好？这个统三是依统三处理啊，我们就依统，因为统三。这个绝对比30万还多了啊！所以我们一统三处理。那么进入第七个目啊，新故宫的计划。那么新故宫的计划啊，在委员会是减列2亿，冻结2亿啊，提专案报告。那这方面要不要请院长你说明一下？好，谢谢。这个新故宫计划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那个因为有很多包括这个两党的这个委员呢，就觉得我们应该这个不要那么急着去推动这个新故宫的这个建设计划了，要慎重啊。那我们是有听进去，那因为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是一个公共工程的计划，所以总经费是不会变的，所以你今年减列的，明年就我们就可以拿回来啊、哦。所以反而我们就是比较慎重的这个评估自己的能力。那在那一次的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相差了这个年底跟年初啦。那年底呢，就我们有很多的标案呢，其实都卡住啊、哦，所以我们就有一点保守，那也怕是这个今年执行不了，所以当初呢，我们就同意了这个减列这个2亿元108啊、哦。那回去以后，我们觉得这样子是有一点冒险，因为我们北院呢这个显然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将近1亿元的这个 PCM 标呢，这个月就要标出去了。那我们怕到时候我们就又没有经费去延续下去啊、哦。所以主要是针对北院的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将那个被减列的这个2亿元呢，这个回复过来，就不要减列。那因为我们预估到这个我们是可以用得掉啊。那这一点呢，我要跟那个委员们说明哈、哦，其实这个不减列啊，甚至这个冻结，其实是对我们的执行的压力是比较轻啦。我们应该是会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比较好啊。可是我们又评估到，如果我们不赶快
把那个北院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那个五十年的建筑呢，时时都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呢，我们还是给自己有一个压力，就是希望那个今年里面2018年里面呢评估一下，包括南院的，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2亿元的这个被减列的这部分呢，希望能够把它恢复。就主要就是我觉得不要一直把这个东西延后。来，柯委员。我想院长都很清楚，我们这边讨论协商还是以委员会为中心主轴。委员会特别为了有关新故宫计划，其实额外又多出了一天，一整天就在讨论。而且我们简列两页，当时是充分的讨论，认为故宫在未来这一年当中，他们其实经费一直是用不完。我觉得这东西不要重新附送，而且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故宫它。院长真的是不要特别把那个北院然后五十年建筑那些都跟新故宫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都有在这个部分完全把它考量进去。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委员会已经充分讨论过，然后大家朝野都已经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而且已经很确定故宫简列这两亿其实也是故宫当初所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不认为这对他们未来这一年当中的东西有任何的一个影响。我还是强烈的认为委员会中心我们朝野都做成，这不是只有我提出来，朝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所以还请院长尊重委员会的意见。这个故宫这个陈院长特别在两天前有来说明对我说明，如果简列这两亿，他们未来这个资本门要处理会产生困难。所以如果因为朝野协商也不一定要全然说委员会通过的案子，因为就是要在协商嘛，就像法案一样还是要在协商。所以我想不能讲说这个委员会通过然后朝野协商就不能恢复，只能但是他的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们，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牵涉到有公听会，有什么我知道院长可以跟院长彼此之间你们有一些沟通，但是我们其实有十足的理由，不能说不能够不讨论，但是呢院长刚所讲的理由完全都是在我们委员会里面其实就已经说过，然后没有办法说服我们。所以我建议如果再这样讲下去其实彼此之间很难对焦，我建议是保留，你真的要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拿去表决，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很坚持。好来，洪委员。好，这个就是如同小柯委员讲的我们在委员会里面真的又多拉了一天来讨论这件事情。那院长当时候自己也说这样好，因为你们也怕这个钱用不完。那我想当时候民进党的委员也这样子建议，现在民进党委员也这样建议那你现在对，那你现在又说你要这一笔钱，那我们当时候在那边花了一天讨论是在讨论什么？那而且。你今天你要再把这笔钱要回去，你也没有事先跟我们其他党团再说明嘛？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边同意你要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我要跟那个诸位委员道歉了因为在那个上次委员会审查的时候，跟后来我们在进入这个刚好就是年底跟年初嘛。这个中间呢我们有许多的标案就产生了变化这个很多人年底以前就赶快要去决标出去的，然后那时候呢就看样子就好像决标不出去，可是事实上后来都标出去了。然后有一案呢，这个1亿元的将近1亿元的这个标案 PCM 标，那原来呢前面两次就流标，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其实是比较悲观的理由了。可是现在年初了，我们后事后又检讨了，然后马上就又开始公告了公告了这一次以后，我们的这个营缮科的人员就告诉我说，已经有一两个来领这个标单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有把握。那个我们的总预算其实是很低的啦，就是北院呢才1.65亿去年然后明年呢是2.74亿，可是那个标案呢就已经1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就是一月，我们接下来马上这一个标案就出去了这个标案一出去呢，我们
这个被删掉了2亿，到时候我们又要伤脑筋。我宁可就是说，这个冻结啊，然后最后如果我们真的标出去的时候，不要去影响我们的执行，因为我不是在争取这个预算，因为这个预算是框列的，所以今年我们用不完，明年还是可以用，甚至到最后一年我还是可以用，就是101亿不会跑掉的。所以其实是我们现在要你说108年给我们，其实是给我们108年的这个压力。这个好，请柯总长哈，刚才院长也有表示抱歉哈。那柯政委也讲说，那时候留在院会去处理也无所谓了哈。那讲因为我刚刚已经显困了，我讲得很诚恳，我大概很针对注意听。可能当初那个时空在选前的时候，因为是南院北院要关闭的问题，还有南院的问题哈，所以柯政委猛直接开会去。啊，那整个变成一个很大事件。那就是跟你讲，那院长从头到尾哈，讲那三套剧本啊，什么我在开会去，那本来因就是故，伊就是讲那南院要修馆啊，北院要修馆，什么我在开会去。那个我在看报纸，我看的也很离谱了，坦白讲了哈。那这国语人哈，蒙着去讲不了会啊哈，那有什么隐情我不知道。总的来讲，这是这个长农村的计划，农村办会有嘛？以前本来就框列在那里，然后那他。他宁可呢，他用选择，好、哦、还赢，没赢已经来报告不要紧，让他有一些进度，应该是这样的。那假如这样的话，我是，假如今天没有公司，我们留在院会再处理好了，好不好？这样子的哈、哦，冻结2亿元，这个已经确认，而且要来做专案报告了哦。那等一下了，我先处理冻结案嘛，冻结2亿元哦的专案报告哦，这个确认了哦。那委员会的简列2亿保留到院内处理了，好、哦，保留到院内处理。那我们现在还有第七幕的黄昭顺委员是冻结1/10，这个我们就包括在这2亿之内了，哈、哦，可以接受了哦。林义华委员冻结10%也是1/10，我们就也包括在内了，哦。你是书面，他会来做专案，所以应该嘿。那王玉明改主决议，你们可不可以接受？第十五案，你们看一下哦。哦，这个不要裁决了。现在已经接那个，还好吧？好，那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哦，我们3个月就改下会期了，3个月内刚好都是在休会期间，好、哦、就改下会期啊、哦。这个大家这都有默契了啊、哦，好，来15万我们就啊改下会期之后我们就通过啊、哦，然后第16案孔委员的文字修正，改一下院长，所以你说那个、啊、你说故宫那个2亿的简列，你们目前说拿到院会去表决，那基本上那是保留。就保留。你的意思，就是对啊，就是翻案的意思嘛。保留不就是表决？这当然是预算是院会协商，他们党团可以提保留、啊。院长，我真的觉得你还是在关注这个这件事情，真的，这是包括民进党委员也都认为简列2亿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党团协商都是可以来随时做大家的建议嘛。好、哦，我们基本上是尽量尊重委员会的自主，但是。党团协商就是在整合各党团的意见，民进党党团现在有意见嘛？那民进党有意见，我们就保留到院会处理啊。好、哦，这绝对。那冻结的部分当然要冻结啊，这个就支持嘛。好、哦，好、哦，因为每一个党团都就像昨天我们国民党党团也保留好几个案子要到院会表决啊，这嘿那3-4案而已啦，很少啦。但是那个在委员会也没有啊。对啊，好来来。那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院长，您作为一个故宫的院长，我还以为你叫我呢，我吓一跳哈、哦。对，我哎，谢谢。你在教育委员会经过一天的讨论之后，你在政策上决定说可以3亿2亿，那回去之后又讲说这不能3亿2亿，3亿2亿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主委、院长，你作为一个院长，你在拿教育委员开玩笑，你知道吗？
你浪费了多少委员审查了一天，你当场答应说可以，回去做梦醒来说可以不可以，哎，院长你不可以这样子，我可以说可以好，这个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不起自己或者是对不起各位委员、因为当时我们的总的预算、就是年度的预算数字是很少的，就是只有3-4亿，可是呢关键的那个在那个委员会的时候跟委员会之后，这个中间就差了1亿元的那个 PGM 表啊，然后那个 PGM 那时候啊、你还有钱，你那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个事情了。鲍院长当天的召委是谁你知道吗？陈廷辉是贵党的召委，还不是国民党的召委呢、而是陈廷辉做了决议。陈委员有陈院长啦，现在有陈院长有承认说，这个过程是有一些标案有顺利标的，会标的出去。现在只是有人来标，因为故宫的流标案是非常比率高。你看，到时候都是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呈现出来，大家还是做成这样的一个决议。那如果到时候标不出去，你动辄案就不要让它过嘛。不是嘛？一样是2亿嘛。我还是觉得委员会都因为这件事情开会这么多，如果委员会，如果委员会通过，那我们就不要协商，干脆就到院会就好了。不是啦，院长，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理由没有到最后，你中间只差3个礼拜就改变这么大，我真的觉得这是很难。来，民进党党团来，你叫我呀？我就是，我就是要护航啊，怎么办？他又要啊！你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这件事情你很难护航下去。我从你的表情看得出来，你很难护航下去。我们姓柯的，我可以懂你。我没有什么表情，不表情的问题。有，你就这件事情你就很难。我是很真诚的讲哦，很赞成。你很犀利，董卓喜啊！我想象到情境的，我就无去啊。这国语人哦，固定嘿叫一直，你昨天唔敢讲啊，抬就抬啊，又为了去了嘛，就是这样嘛。那他应该是这样的。他那时候又选前的那种氛围，又故宫北院要关门的什么问题，当然。我们大概是这样，我们委一向都很温柔，所以这个是国家部位都很怕我们，他做事情也要做事情嘛。啊，很系列的，很系列，啊，的东西就炸的喷内进来的嘛。啊，现在能够执行就让他执行，就是这样而已，迟早要执行的嘛。其实那个那时候就是包括吴思雅委员都叫我们要借机用人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确是听进去了，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像我刚刚你很久没有来，我还说一下这个总预算不会影响，那看到那些有人你都借机用人了，我知道了。好了，就这样子了，保留就保留了啦。我们进入第16案，孔委员文字修正改书面，好，文字修正啊、改书面啦，动辄1/10。那冻结1/10，这个也是迁入宫啊，是同一幕，那是不是就涵括在2亿之内呢？好不好？好，这个因为没有超过2亿嘛，他的文字他是改书面，而且他是专案哦，啊，他是书面而已哦。有个折中了、好，那能不能减略一亿或者多动一点？妈多动1亿啦，多动1亿啊，不然你就到保留了。院长说真的啦，我刚听下来，我不是教委会，我都觉得本来在委员会讨论一天，然后要删2亿，民进党也没有反对，现在来到协商变全部翻盘，我觉得这对委员会真的非常不尊重啊。那到时候你说到院会表决，就意思就2亿就不会删了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我觉得税长的折中方案是对的啦。我觉得起码要给。我觉得故宫不能这么的不负责任啊！你在文会说明半天，大家2亿是各党共识下删除的，就来到这边你可以全部翻盘，我觉得对文会真的太不尊重。所以我觉得折中，我觉得最好提出折中案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已经算很客气，我觉得已经算很客气了。陈院长，你觉得呢？院长，我觉得哈。本来这个教育委员会我以为是在帮我们这个行政部门更好的去推动，尤其是北院的那个重建还有那个整建啊，所以这个北院是比南院更需要去发钱的啊。然后我们也说明了，即使你要减略，我们是比较轻松的啊，
所以其实是我们都不担心减列，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呐、啊。院长，那个、我觉得连一都不肯减列，我觉得我们这立法院太没有尊严。哎，院长，不是你承不承担的问题，是你们故宫从头到尾所提出来的方案。我们在委员会里面问你，你常一问三不知，然后你现在回来又跟我这样颠三倒四，告诉我说你们回去算的结果，过了三个礼拜，你不能说服人家是这个部分，不是你要承担。你什么叫我们给你减列两亿，你就比较好做事？哪有这种事情？然后你刚刚又说我们应该协助故宫，我们是在监督故宫，你们连公听会还有我那天所提出来这个东西你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哎，你很多的程序都没有办法，哎，院长，你很多程序都没有照着规定来，哎，你真的还要让我们把那个委员会当初的东西从话说盘古开天开始从头吗？嘿嘞，能不能这样子啦，哦，也请各位思考一下啦，哦，都冻结啦。如果因为下一会期他就要来报告嘛，如果他的执行率又一样那么差，你冻结案就不要给他过嘛，我们做附带决议嘛。那冻结案你已经都冻结一亿嘛，就冻结三亿嘛。那谁赛啦？那你就有三亿可以不要让他过的嘛，这个大家有默契嘛，因为你已经有冻结，冻结就是看他的执行力不好，我们利用冻结把他删掉嘛，就不给他过嘛。那就冻结四亿专案报告。好，那就冻结四亿专案报告，好不好？没有办法执行的，很快要付钱了是吧？马上就你马上要付了钱，因为我们现在就啊、可能下个月一哇，那拍都是一半呐、啊，这个百分之五十那太多了。对啊，哎、欸。我们问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再多一天，这个部分问题很大，而且很多人关切。好啦，都冻结一亿啦，我们不要为一个。那你说现在总共冻结多少？冻结三亿啦。我们、那个、冻结三亿啦，冻不要再讲了，冻结三亿啦。然后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啦，好，这样子啦。Okay, 那大家马上来专案报告了。对啦，那你的执行力不够，他们的预算就不给你够了，好不好？那来第七幕哦，我们改好。那个。第七幕的业务会，这个是统三了、啊，这是通三的部分了、啊。好，那改动这五百万，我们就含入这三亿之内了啊、哦，第七幕了啊、哦，好不好？好、哦，好，那第七幕啊、哦，我们就冻结三亿啊，冻结三亿，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资了，好、哦，好不好？就这样子的，这样你要谢谢他们的啦，他们谢谢。好，那第八幕哦，一般建筑及设备哦，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哦，因为没有提案。第九幕也一样哦。那主决议第十八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十八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哦，因为啊、最主要就是最后一句，就本席要求国立故宫博物院立即去函东京博物馆。要求严正兴书法展的海报上字体必须再行加大。加大。啊，像这个。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很大的困难哈、哦。所以院长，你不懂中文呢、啊，只有叫你要求而已啊，又没有叫你一定要做到。下面这个、啊，他有一个修正案，你要不要看？就是要比照那个2014年神秘自保展的字体大小。姜委员他有同意一个修正案，也是加大啊？不是，他把后面那个颜真卿书法展修正案，你们可以接受吗？这海报上这个如果是删掉的话就可以啊。好啊，这样，这个他有建议修正文字啦。这是我们建议修正。不是啦，这个是他现在说这个是委员建议的，不用改也没问题。不用改也重，好、啊、不能加大，这样要求呢？把控红色的啦，同意不同意？要求而已，这样就可以了。不用改啦，不能加大的原因是什么、啊？可是他刚刚就是说什么海报的问题，只是他要求啊，不是文章就要求，已经做到。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修正的版本啦、啊，不能改啦。他们是在讲原来的提案，你哪一点有问题？哦，这个交你本的关系的款啦，你本无同意啦。那我要你讲，建请，因为这个日本的关系，你不是操纵在我们。其他的文字是很中性。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啦，来啦，针对一这个你们有给教育有啊？就这个是这个他同意吗？他
他现在就没有没有找到他，就我完全同意啊。不是啦，院长，蒋委员只不过是同样的标准。当初国民党执政冯明珠院长在的时候，民进党的委员都是现任的立委，就是要求这个部分。今天同样的标准要求回去，我觉得也复无不可了，好不好？而且蒋委员很坚持这一块了，他也没有说要变故宫，说你把最后一段划掉。我想蒋委员对这方面是非常的坚持的了。回应到过去而已吗？我可以说明，我可以说明一下，这日本的关系不是我们的，我们这种自己印海报全部印大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你不能印的啊，对吧？那个不要为了自己的问题，大家吵起来嘛。陈院长，我请教一下，这两次的展览是不是？它的内容不一样，不一样。之前是全部都是故宫借的，对。那这一次200多件，这一次不是全部都故宫，这一次只有咸镇金，我们故宫所有的只有两件，只有两件谁的？啊，只有两件，所以他们其他的都是他们从其他的博物馆，所以你就他们就不愿意把我们放很大，对啊，是，大家一样大是吧？每个人都一样大，这个是惯例，因为他只有两件啊，这个没有博物馆，就是协办单位一大堆的时候，你不能说协办单位要挂很大，是这个意思吗？没错，不要变成好像说，不要变成好像说这次展览内容都一样，结果你的对所以就不被矮化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一样，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次王羲之展，也是故宫借去的，然后上次王羲之展跟这一次的。这个颜真卿展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几个展呢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代签那个那时候答应人家的，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不会有差别的，没有矮化的问题了、哦，没有啦，都完全没有。那个院长不好意思哦，好来请那个好那个郭昌伟，我是可以迁移一下这。我都不知道在讨论什么，那个海报现在有吗？上网找得到。不是，到底是多小字有？因为看不出来，你看一下就看到了。上网找得到了。我现在这个文字写什么我都看不大懂了。啊。不是，这个协议是什么协议？我看不大懂。那个是古文，好不好？故宫都写古文。不是啊，它的大小是多大？100件有100件，最底下有没有看到？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海报不可能做这么小张嘛。你有没有实体 size 的海报？这没有。这个我说明一下。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容易。我们故宫那个大碗也在跟别一个国家借展，像现在在展的荷兰国立博物馆。他们借我们17件，我们的广告一模一样，甚至连这个都没有了，甚至就是在那个边边的，所以这个是国际之间的博物馆的这个，也可以说是行情，你不会去要求人家，而且这个是海报的设计，甚至别的国家的，那个跟上一次的那个故宫，那你们画的又不是我画的，没有啊，不一样，那你们拿我的给你，那不用给国民党看的，那你们画的，你们国民党给我们的呢？不是。是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故宫。哦，故宫哦。那你要给委员啊？你怎么那边委员？你反而要给他们，不是给我们。然后我说，颜真卿。来了，这一张再拿过去。那个谁？我说颜真卿三个字啊，颜真卿的真迹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全世界的行家一看到颜真卿说有真迹，他一定知道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这没有错了。就比那个你上面写的这个故宫博物院都还要重要。哎，那个院长不好意思哈，来请说。不好意思，另外一位院长，不，因为我比较老实讲，我文化素养不是很好，所以我不会不懂装懂。就是你们去跟人家借东西给人家参展的时候啊，彼此签的那个协议或协约啊，是对于怎么宣传字体大小那件事情有没有任何约定啊？事实上都没有，完全没任何约定。那个只有我们台湾自己觉得很委屈，所以才会一直去跟人家要这个东西。不是不是，但是没有，但是我反过来讲哦。今天我们如果去跟人家借东西来展，别人会不会要求我们也把人家的博物馆打上去？像前几天我们就是跟荷兰国立博物馆借了10几件，跟日本借了20-30件，
然后他们的馆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揭幕典礼，然后我们的海报都没有印人家，我们的海报就跟这个一样，都是在那个右下角这样子小小的，就跟那个这一次的完全一模一样。哎，我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故宫哦？因为这样子哦，我实在很难判断。你们可不可以把刚刚讲的细针的几个海报都可以啊的原稿提供给各个党团稍微看一下嘛？哎，没问题。这个还没开始展吧？还没开始展，对不对？夜市九号开始。这个是十五号就开幕了，所以东西已经送过去了。什么时候开幕？1月15号还是12月15？1月15号。所以这还没有，所以还没有。但是它广告已经印好了啦。这广告印好不是那个，它是15号就要开始。现在这个已经这个。让印都有了。今晚王。江乃新委员认为我们这次展览，江委员不对了，保留了。好了好了，保留了。那我先保留。赵爷修改文字，修改也在嘛？啊，那不行了，好了。不行啊，不行。啊，那就保留了。我懂了，你们再跟那个蒋委员再沟通一下了。就差这样，不像意思吧？哎呐，哎呦，这海报大小苗，有些人不必海报都很有名。大家知道是台湾故宫的。这是谁的？等一下，还有19不是吧？来，19哦，19案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已经修正了，已经协调过了，已经同意了。就是六个月内提出有关于组改的。好，那就修正通过啊。19案就修正通过。好，那故宫就到这边来。好，谢谢各位委员，谢谢。来，那可以啦，那可以啦，可以啦。反正就是你个人相信。可以啦。现在是换教育部嘛啊？好。哦，新增提案这么多。新增的。好，来啊，教育部啊，我们啊出列席的官员是姚啊姚次长哈、哦，是姚次长吗？是。好。那么我们先来我们就来处理教育部的预算啊、哦。那么教育部在啊、第一幕的部分哦，我们就一幕一幕来啊、哦。教育部第一幕的部税入啊、哦，就照委员会审查结果通过，这个没有问题啊、哦。税出的部分第一幕啊、哦，那么委员会是减列200万，冻结250万，其中人事行政管理与财务辅导50万。所谓的专案是要来做专案报告吗？啊？对。好，那委员会是这样处理啊、哦。那么我们现在看教育部所属的预算啊、哦。那个第一幕。一般行政林委员撤案啊、哦、林委员撤案，那么新南向、哦、第二十案序号20案，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许淑桦委员撤案啊、哦、21案是一般行政第一幕，那林义华委员撤案，那第22案的啊、一般行政啊、哦，王玉明委员是减列1000万，冻结5000万，这方面怎么样？这部分我们已经改成主决议。好，来啊，主决议在哪里？就22改主决议啊，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改主决议的。好，那就改主决议通过啊、哦，第22案。来。第23案啊、哦，减列300万，这是院长不好意思哦。好，来，您说，不好意思哦，你要恢复到前面那一案吗？没有，我要谈一下22案。22案，那好，22案的这个决议案吗？这个主决议吗？对对对，没有，我只是想把规则弄清楚了哈、哦。好，来，就是说，王委员他希望教育部
就大专院校校长遴选机制提出明确的改善机制，就这个部分，我其实是赞成的。那我只是在想在规则上面问一下说，那我到时候可以提对案吗？我要提对案的理由啊，是提你的案，没有吗？提你的对啊，我先把它说明完嘛。好，因为你如果说真的要检讨的话，恐怕还不是只有大专院校校长遴选的机制啊。真的要彻底检讨的是教育部到底在干什么？去年四月说违法。突然自己就放行了，教育部自己法夹弯，教育部自己不用检讨、要检讨可以啊，大专院校的校长遴选机制要检讨啊，你们教育部自己在干嘛？你们自己更要检讨，根本是莫名其妙啊！发了一个调查报告，整个台湾社会都看完了，讲的义正言辞，结果最后。叶俊荣是偷偷知道了书院结果，是不是？蒋中明这种事情呢？教育部自己不用检讨哦。好，已经走了三个部长。这个你只要个导师一样把排解。王玉明的这个主决议我们就通过了啊。那如果时代力量有其他的主决议在院内处理之前，但是我们还是以。尽量以不超过200,000为原则了哈。20万呐、啊，什么200,000？那是我唱一首歌才200,000呢、啊。我叫求杰了。好来，我们在亲民党党团是减列300万啊、哦。那么在我们的第一幕啊、哦，一般行政是减列200万，已经减列200万了啊、哦。那亲民党这边对23案，他委托我了啊，你就好，谢谢谢谢，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不辱使命的非常好，谢谢，这一定有问题的啊、哦，后面有位很坚持的哦，那个第24案撤案啊、哦，第25案是冻结40%，然后这是特别会，郭昌委员，特别会我们一向哦，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呢。啊，他们部长又走了，要动什么经费哦？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要说明为什么非常坚持，教育部作为全国大专院校的主管机关。依照大学法，你们有监督的责任。对，今天大学教授要去兼职不是不行，但是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违法就要处理。我去年在教文委员会也好，其他的联席委员会也好，我问这个问题问了好几次，你们已经很清楚的宣告，没有经过。事先合法的程序就先跑去兼职这件事情是违法的，这个原则我觉得不可以只套用在管中闵，这个原则要一体适用，所以我要求教育部开始去清查有违法兼职的有几个人。我们已经全完，不好意思，你可以听我讲完吗？这个是专案，结果漏掉这个，我追了半年多，上个礼拜我终于拿到答案，202件违法兼职。那违法兼职的当然学校要处理啊。你们报回来给我的结果167件，167件违法兼职的口头提醒的处分126件。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口头提醒，作为一种惩处的态样。口头提醒是什么啊？你下次注意一点。他不了，我们就按照。然后书面告诫14案，口头告诫11案。啊，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干脆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34条废掉算了。违法兼职，最后出来的处分口头提醒
书面告诫、口头告诫，真的有牙齿的只有三件。不同意未来三年戒掉两件，不得再担任该公司的独董一件，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好像是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法条写在那里，教育部颁布的规则写在那里，各大专院校有办法写在那里，违反的怎么样？违反的说话，更没有人要理你嘛。好，今天你说依照教师法的规定，这个是各个学校他们要去审议讨论的。我向来的原则很清楚，权力法律给你行使，那你的行使就要接受公众监督。你既然行使要接受公众监督，我要求的是什么？我要求的是到底哪些老师在哪些学校违法兼职，最后处分的结果是什么？我好几次质询就是要你们公布这个啊，结果上个礼拜丢给我一张纸，只有这些统计数据，那有什么意义？大家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公众监督？我请教育部的来说明，教育部说这涉及隐私权。我听到这个解释了以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教育部说哪一个老师违法兼职，在哪里担任独董，最后我们的学校给他什么处分，这个是隐私权保护的范畴。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去请教好几个研究资讯隐私权的专家，大家听到都快昏倒了。教育部怎么会提出这么荒谬的理由来当挡箭牌？你就一件一件把它列出来。好，来，这个要不要简单说明？好，我简单说明一下，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教育部的规定就是这个要授权学校三级教评会来审查，做的处分也是学校三级教评会，这是我们充分尊重大学自主。那三级教评会做出来的结果，他们的这个教评会的会议记录在各个学校，他们就会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就会公告。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就是这样。那至于说要不要教育部把所有的各个大学的这个处，就是有这样的情形，三级教评会最后做出来的处分是什么，要不要再收集一遍，再重新公告一遍，这个部分我们回去再做一个司法性的处理。刚才黄委员有提到为什么违法兼职，那有法令规定在那里，结果处分是不一样的，还有口头告诫，他这一点你都没有回应。是我跟委员报告，跟主席报告，因为我们的规定是这个必须要授权学校教评会来处理。教评会如果他的决定违背你的法律规定，我们的规定就是授权教评会处理。教评会，然后他就是好来，你跟他这个还是你比较懂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啦，哈。像的问题，这一幕的问题嘛，这教评会的处理，教育部作为大学的监督主管机关，在什么样子的程度范围内能够去监督，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个法律问题，我等一下下一个案子再跟你们充分讨论。但是我现在要的很简单了，我现在要的是我在委员会速度质询等了半年多，要你给我结果。那你说，哎，各个学校都已经有公布啦，有吗？在哪里？啊，如果今天你所讲的各个学校都已经有公布，构成你不给我的理由，那你们之前另外一个次长跑来跟我讲说，为了要保护隐私权，所以这些资讯不能给我，是在胡说八道吗？既然你说学校有公告，那没有隐私权的问题呀、啊，只是你要不要把你收集的结果告诉我的问题呀、啊？也预算呢？那奇怪了，你们另外一个次长怎么跑来跟我解释的时候，说这是涉及隐私权的保护？今天教育部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好。第二个，你们答应，结果最后收集出来的结果，请你们提供。拖了半天，前面有隐私权，今天改另外一个理由，说各个学校都有啦。委员你自己去找，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请人事处来说明。来，简单啦，我们要进入预算了好，跟委员报告，因为
兼职的太阳很多种，然后每一个人的情节轻重，其实学校他必须按个案的状况去了解。那每个学校对于这个部分，他依照的是教育部的要求，是要提教评会去审查。那教评会他本来在处理这个案子，学校有学校的内规，啊，学校有内部的规范。那所以出来的结果，会像委员看到的结果，也许很多，也许是口头。那最重的，当然也有一直到他不能再去了。那这些规范基本上都是在校内的规范。那如果说真的要公布，真的要公布，学校公布，我们绝对可以去督促这个问题。如果今天要教育部来公布，那这里面牵扯到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个别的状况。那我想委员的所提到的就是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在督促上更进一步的这一个问题。那我想我们会在除了资料，如果委员真的要知这些资料，我们再用去识别化的方式把个人的部分提供给委员，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好来，好来，我们尽量简单啦，哦，因为我们是嘛，我跟院长报告，对，我谈问题层次很清楚，但是他给我打迷糊仗，我就没办法忍受。学校审议的结果，教育部在什么程度范围之内可以监督？我说了这件事情，我下一个案子好好跟你讨论。我现在集中在讨论的这个案子是，你们在委员会承诺我等了半年多，结果你现在跟我说，不是现在，是之前用隐私权当作理由跟我讲说不能给我。那你现在这些资讯哪有隐私权保护的问题？你解释给我听嘛。什么叫资讯隐私权？每一个老师他去哪里兼职，他去哪里兼课，那是每一个学期都要签报上去的，这怎么会是自个人可以控制资讯范围不要外露的隐私事项啊？如果你今天讲的可以成立的话，你去年4月公布管中闵的调查报告，那你不是严重侵害管中闵的隐私权？啊，对啦，你们有你们的看法，这个我都尊重。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回来这边讲的，我要的很简单，一个标准统一适用，一个标准统一适用。哪些老师违法兼职去哪里当独董？学校的处分是什么？学校处分觉得很正当啊，那没有关系，接受公众监督嘛。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识别化？当初你们公布管中闵的调查报告，你有去识别化吗？你有说用圈圈圈吗？圈圈圈在 T 大，然后跑去 C 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好，这样子啦，哦，如果没有牵涉到隐私权的问题，委员该要的资料你们就提供啦。好，我们觉得监课如果怕揭露，那是怎么可以有资格当老师还当独董？所以不要用隐私权来帮这个违法兼职啊！我觉得这个教育部是有义务要把这一些揭露啦，哦，既然敢做敢当嘛，好，哦，所以这一点哦，那我们就处理25万冻结40%。这里国昌兄，我们是不是请教育部就将这一些资料务必要未来不涉及隐私权的部分，对，要对外就是公开揭露了哦。那你这个特别会冻结40%，我们就不要了。好，来，对啊，我跟你说，就是两个层次了哈。第一个是事由，第二个是预算的项目。对，预算的项目我不坚持。好，如果有确保改成主决议，我都 OK。但是我必须要跟院长讲，嗯哼，我被教育部骗太多次了，骗太多次了，在委员会里面讲一套，实际呢，实际反正质询的时间到了，下台了，下台以后就另外一套。能拖就拖，能混就混，能撒谎就撒谎，我有讲错吗？那这个改主决议啦，因为这个特别会没有
如果要改主决议，今天教育部要承诺，不要在这边又说一套做一套，三天之内公布出来。可以公布不？可以，嘛会当公布，那也袂当公布。啊，好，来来，政委，简单了。提醒一下教育部了哦，就是说刚才黄国昌委员有提到两个，第一个是兼课嘛，那兼课一定是上网找得到，因为要选课啊。第二个是读懂。读懂是上市三位公司，你一定找得到的，所以两个都没有要去识别化的问题，对，好不好？所以有些事情你们真的要搞清楚再讲。好，好，谢谢。好，你们多久可以将这一切资料公布？那个处长，你们手上都有了，要不然数字怎么来的？对，马兰，你多久了？啊，我们手上确实都已经调查了。啊，多能多久能够公布啦？但是这些资料就是都是学校的资料。你们都不管了、啊，你们多久可以公布学校给的资料了？你们的资料是学校同意的吗？就是他兼任读懂是学校已经通过同意的嘛？你们现在手上握的资料嘛？手上资料是学校，因为处理这些没有按照规定去，没有按照规定。对了，那你们结果，你们一定是公文书，你们都有资料嘛？手上有资料，那你这个又不违反所谓的隐私权，这只是。资料的揭露，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布了？我们就一周内公布吧。好，一个礼拜可不可以？什么方法公布？什么样的方式公布？对，网站嘛。我们在那个教育部的网站上公布吗？为何不能在网站上公布？他们可以在网站公布、啊。这个资料是属于学校的，我们都是收集来的资料。说话的。用道理说服我啊，妈，你没有学校为什么要提供给你？就是因为你是教育部嘛。是。那学校，你说学校自己会公布，即学校既然公布了，为什么教育部不敢公布？我想我们可以要求学校公布。那你为什么不？不行。因为这是学校的处分。所以呢？学校的处分你。所以呢？说话的。不然你公布违反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们一下了。不然教育部的预算我们就冻结了，全部冻结了。不然你找到公立哪里讲？不然我刚刚这个我连我都听不进去。院长都已经在帮你们打圆场了、欸，我已经都同意改成主决议，我要的只有一个清楚的承诺。看你们敢骗我、欺负我没有关系，那你就看你会不会欺负院长、骗院长嘛。那个跟委员还有跟院长报告哈，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人事处长他这边的这个顾虑的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是因为要这个台大案，我们去跟这个各个学校就是要这些资料。那我们如果说，也许这个案这个资料还是一样的，我们也许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正式发函。这个时候的目的就不再是当时是为了要调查这个台大案，我们是正式的说，我们再重新再调查一次，我们是要去做，就是做有所这个将来政策的这个制定，还有我们要做公布，我们请他们再重新再报一次，也许资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不好意思哦，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当时跟那个学校要的资料的目的不一样。什么叫做跟当时跟学校要的目的不一样？你请你回去看我在委员会的质询好不好？我在委员会质询，我就问有多少这样的案件，你们跟我说你们要去查。我说好，我给你们时间去查，查了半年呢、啊。大老公，我要进来，我要躲睡一下。嘿嘞，次长，我觉得我真的是一向都非常客观的人呐、啊、哦。你要再查，是怕学校提供给你的是不实，所以你想要再证实。不是，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要资料是这个原因，也许那我应该好，那跟你要跟正式讲，我要查原因好。好所以我就是说，你怕他以前第一次给你的不实嘛？因为原因要的不同嘛。现在你要公布的，他给你要的恐怕又会不同的结果嘛。院长，我不是你会怕吗？我不是怕这个。对，院长，我个人认为是当初教育部去跟人家要资料的时候，只告诉教育部要做一个调查。对。那并没有告诉他说这些要的资料里面，教育部会公布在他的网站上，是目的不一样。他谈到的卡点在这里、啊。如果今天学校给你的资料是很坦然，是真的，你要公布，他一样是提供一样的资料给你吗？我相信资料会是一样，但是我们要跟他讲我们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会比较就是这。
我们具体讲清楚啦齁，今天我在国会质询，我站的界限很清楚哦，就是违法性的监督。所谓违法性的监督是教育人员那个条例里面有规定，你们也定了标准，那违法的情况我要求你们要调查出来，要跟社会报告。我每一次质询的袋子我都po在网站上，我欢迎你们去看你们当初怎么承诺我的。好，今天教育部基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立场，针对违法的情况哦，当不当我们先不管，我只针对违法的状况，你们去调查出来的结果，我现在就搞不懂啊。教育部请大学院校就调查出来的结果资料汇集给教育部以后，教育部不能够公布，请用道理说服我。我还是讲一个，院长，我真的还是必须要讲一个。我举例来说，就像是在科技部，我们在申请科技部的预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经费一样，如果有违反学术伦理的话，科技部会公布，但他公布的时候，他有已经有三声五令告诉他，如果你违反学术伦理的话。举例来说，名字里面他也不会全部的去，因为他毕竟是还是考虑到未来他在学术的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教育部他所关切的地方是，你当初是跟学校说要求这些违法的资料，但是你并没有明确告诉他说这些违法的资料将要来公布到你这个所谓的网站。虽然我可以理解黄国昌委员的意见，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面，你说那个违法，不管你违法部分并没有告知这些学校提供单位的时候，他们要做这个后续的动作，所以他们才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把目的的部分再做一个澄清。我觉得是教育部最主要的目标。是，对啊，那我们就进一步来讨论嘛。以教育部告诉学校来当作他可以公布的前提要件，我现在就在挑战的，以这个当作前提要件的法律基础是什么？教育部现在公布的法律障碍在哪里？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啊。学校提供给你的是正确的资讯，教育部把它公布，到底违了什么法？那你说我还要再问学校啊？说我要跟你要这些资料，说我因为我要公布，那学校可以因此拒绝给你？学校可以跟你说，教育部我跟你讲，这个资料我给你，但是你不准公布。学校如果有这个权利的话，那教育部就不要监督了啦。以后这一些大学里面违法乱搞的事情全部盖起来，自己在家里面处理，还保护隐私权不让社会公众监督，哪有这种事啊？我觉得哈，我讲一下了，好，来，这个很快有结论嘛，那我们立法院做个决议嘛，好，就是说教育部要公布违法监视，对，这样就好了。好，我们来一起写个主决议，大家支持嘛，好，好不好？公布有什么关系？好，我跟你讲了哦，这个不能用大学自治之名来做很多的违法乱纪的事情呐。我相信这边有蛮多的大学教授了，包括柯志伟也是大学教授了，好。大学教授更要以身作则啦，所以我们就那个请教育部啊，这个主决议看是我决议写就好了吧，那个谁你们要写还是我们来写？没有啦，其实齁，如果啦齁，院长今天做这样子的才是，对，我再讲一次啦齁，教育部敢骗我敢糊弄我，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敢不敢骗院长，糊弄院长。我们不会骗院长，没有这个地方做结。等一下啦，你们骗了我几次了？好啦，那个你现在还有脸坐在这边说你们不会骗哦？国昌委员，赶快公结论啦，我们主决议就来处理啦，好不好？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几百个案子要处理啊。骗一个个人委员的问题了吧？好，就是骗立法院的问题哦。我们一定会那个我和具体的建议哈，就是按照我刚刚跟他们讲，他们收集现在的资讯，按照我刚刚所讲的，写好了吗？写好就是我的提案嘛，啊，只是把它改成主决议。好，那个不要动特别费嘛，赶快改一下，赶快改一下。
好，往下走。来，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处理。那这个冻结40%就撤案了啊、哦，我们改主决议了啊、哦。26案撤案。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幕啊、哦，高等教育行政以及督导啊、哦。那么第二幕委员会也应该放在这里了。委员会没关系，委员会这特别会已经撤案了，我们就不要再讲哈。委员会通过减列1200万，冻结1亿1900万元，并做专案报告。委员会是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哦。那么我们来黄昭树委员改成主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啊、哦。吴志扬委员冻结5000万，但我们已经冻结1亿，好、哦，就并入委员会啊、哦。哈？28改主决议。哦，那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改主决议，那就改主决议，你们要看哦。那个28那个这幕僚你们要看一下啊、哦，有问题自己看就好。那我就要赶快要念过去哦，不然这样的话我会又再省到今天晚上2点了。哦，上个月改下会期，好、哦，上个月改下会期，那个上个月改下会期啊。28是冻结的，冻结5000万是吧？不啦，他改主决议啦。刚才他的主决议我们在讲。主决议了。哦，好，你看，你们看啊、哦。那29案撤案，那3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啊、哦、通过啊、哦，那个对了，这个三个月都改下会期了啊、哦，这个都修正啊、哦。那个我们这个各委员会，我们就帮他们直接修正了啊、哦。如果有一个、一两个、三个月，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就直接修正。或许我们这边啊、哦、没有注意到，那我们就在此做宣告啊啊、哦，三个月、两个、一个月都改下会期啊、哦。那29案撤案了啊、哦，30案改主决议，这个没有问题，好、哦。31案王玉敏委员冻结500万，我们就纳入委员会定案处理。主决议了，好、哦，又改主决议了啊、哦？那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我现在通过，等一下哈、哦，有意见你各党团可以再提出来，在我处理这一幕之前都可以再提出来，好、哦，好不好？好啊，不我呢，直直念哈，到时您看看有个无意见哦，又会有一些争议啊、哦。那32案我们就撤案，好，你去。32案撤案，那32之1林昌佐委员这个冻结500万，要不要纳入委员会？好、哦，来，我请市长，你可以说明一下现在这个世新那个社发所的处理的状况。是，跟委员报告哈，世新目前在1月2号的校务会议已经有通过社发所提招案，依照程序，他还在提到董事会的规范，那部里面已经有行文，请学校要跟系所师生做沟通，所以学校有预计啊会在1月好、哦，在提董事会之前，会就这个案子跟校内师生做沟通。因为现在学校的师生他们意见是因为他们程序不符合嘛，他们应该是要由下而上。那他们现在是在校务会议就直接决定他们要停招，而不是由他们系所来提出嘛。那如果未来他在董事会里面他们去讨论，但是他们并没有去重启这个程序，那你们的这个准博，你们以什么来判断？大家请主席好，跟委员报告，依照世新大学他政策调整系所规定，他有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他第四条规定是由系所提出来的，没有错。那第五条规定是学校有一个委员会可以视系所的招生率、毕业生的状况来做调整，所以这一次社发所调整，它是以第五条学校由上而下去做调整。但是不管如何，教育部的要求就是说一定要做好师生的沟通，那这一块是我们未来会去检视它这个停招案、哦、是不是在程序上有完备的一个参考。来，这个案子哦，因为学校它的这个师生的说法是说，如果你要到停招，跟刚刚市长你讲的要用第五项来做的话，他要连续3年不到那个招生率嘛。那他现在师生的一个要求是说，他并还没有达到3年嘛，他就只有2年。好，那所以他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走的这个流程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啊，然后所以院长这边我可以并案哈，并入委员会的这个案子。他有专案报告。他有专案。有
你们可以做专案报告。这个第一幕本来就做专案报告，这一幕本来就做专案报告，那可以并进去吗？好，那好，林昌佐委员，这个冻结案就并入啊1,900万的冻结案里面，但好、哦、就配合做专案报告，将这个事件在专案报告里面把它报告啊、哦。那33案，这个是啊统三的部分，我们就依统三处理啊、哦。33是依统三处理。那34案撤案了啊、哦。35案改冻结5%，改书面，我们并入啊、哦、委员会。啊的冻结以及专案报告处理，它是书面，我们改专案，那就并入委员会啊。那36案撤案，37案啊冻结50%，这边来，国昌委员，这个是延续哦，刚刚这一个大学教师违法兼职啊的处理。那前面刚刚我尊重院长的建议哈。就我们也不要去处理去动什么特别费的部分，我们就这个部分就用主决议的方式要求他们公告。但是公告结束了以后，面对这个公告出来的结果，教育部作为大学的主管机关，当大学出现这么多违法兼职的教师，而最后的结果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用口头提醒，例如说我对面做中委员嘛，我说中委员下次注意一点，那这样子也是做了口头的提醒。那怎么样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第34条这一件事情能够贯彻？教育部主管机关的立场是什么？认为说啊这样子已经够了，教育部不便介入，还是说啊这样子实在很夸张？那我们未来要怎么处理？要怎么改善？要怎么样强化大学自治，不会成为违法的遮羞布啊，请教育部来进行一个专案报告、啊。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未来贯彻真正的大学自治，以及在合法性行为的确保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好，那我们这个并入简列1,900,000了啊、哦，然后你就把它纳入那个专案报告里面。好，配合办。好，那你这个冻结，我们就把它纳入那个1,900,000，因为你这个。冻结50%，大概是3,400，大概是1,700,000左右了。50%啊？不，他你是不阿弟古阿西并入的是删除还是冻结的？冻结，并入冻结的是不是？你是冻结啊？对对对，所以你是并入前面已经冻结的嘛？1,000,000的那個。OK， 好，可以可以。但是你的专案报告就包括这个了。好，可以嘿。院长，因为这个部分哈、哦，是我们那个同仁的，就是我们一些这个人事的一些费用了、啊、哈。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派遣人员的正式费用？所以这个部分没有。你说你第几案？你现在在讲37案，他已经并入你的刚才的，他就不要了嘛，就没有的并入委员会了。他已经同意你并入了。谢谢谢谢。委员会多少哈？委员会是原来的1,900,000嘛，但是你的专案里面就是要这个项目嘛，哈，就这样子你，所以那38案也大概是同样的意思吧。啊，并入了，来，38案是另外一件事了，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你所谓的合法性监督的界限跟大学自治。38案是什么案子哦？之前台大有一个教授，他在外面违法兼职就算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跟国家领来的研究经费拿去买动物用的眼药水，说是要做实验，结果带回去自己的诊所。贩售牟利，我讲的都是客观的事实。他拿去自己的诊所贩售牟利，后来瘪坑了。瘪坑了以后出了什么事情？瘪坑了以后出了事情是，那个教授赶快自己先辞职，辞职完了以后，然后等到在检察官那边说有认罪的悔意，然后把钱缴回来，给他缓起诉处分，重新跟台大提申请。然后竟然台大聘了他，聘了他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一个违法诈领国家公款、诈欺取财的教授，他的犯罪行为被实质认定了以后，结果台大竟然还回聘他，回聘他了以后，当初台大所做的这个聘任决定，也是经过台大所谓的大学自治啊，
三级三审啊。结果教育部在2017年的廉政汇报里面，那个廉政汇报是由前任部部长潘部长主持的。那个廉政汇报看到这个结果，没有办法想象，说这明显就违反了教师法第14条第一项的规定啊。所以教育部的廉政汇报发函给台大，发函给台大说：“哎，台大，你们不能这样子搞。”结果呢，我们的台湾大学没有要理教育部，说没有违反教师法14条。教育部的廉政汇报，部长亲自主持，里面还有好几个法学教授，然后跟他们讲说：“台大，你不能这样子搞。”台大没有要理你啊。我这个案子我一直在跟教育部要资料，到今天刚刚下午才送来给我。台大里面针对这个诈欺取材的教授，他说没有啦，只是在报账的时候行政作业有所疏失。什么叫报账行政作业有所疏失啊？你如果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前说啊，教授认为说啊，这个项目不能报啊，去营运店报，拿营运店的钱来，当初。之前立法院都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我都了解，但这个教授根本不是这个状况啊！什么叫做报账程序有行政上的疏失？那是拿国家研究补助的钱去买动物用眼药水，拿到自己的诊所贩售牟利耶，出了这么离谱的状况，结果我们的台大用大学自治四个字说这个没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是要继续聘任啊。这样子教育部也可以接受哦，这个贪污啦，这个教育部也可以容忍哦。我们大学自治的范围，我再讲一次，大学自治已经成为大学里面犯罪行为藏污纳垢的金钟罩了吗？这是我们教育部的立场吗？这个案子我没有提出来检讨，教育部就这样过了呢？可以这样做？这个一样的专案报告，一样专案报告了啊。那冻结也一样是纳入委员会的冻结案的1亿1900万之内，那专案报告里面也要有这一个的专案呐，哈，好不好？好，好，来39，高路委员。39，这个是针对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其实各级政府应该要鼓励国内外组织、团体及个人捐助。的这个新住原住民族教育，那我在这里是提议，就是说教育部除了编列经费要建立弱势助学的募款机制，应该要建立捐资新住原住民教育的平台。那此外，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跟这个高教师有提到，高教生根其实里面也包含了就是原住民专班的照顾。那现在原住民专班有非常多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不管是师资，不管是这个学生的这个资源上，都有非常多的问题要重新检讨。那原本是冻结20%，那我们在这个沟通之后，就是建议冻结10%。哎，这个委员能不能一样纳入委员会冻结1亿1900万之内？但是你的问题同样用专案报告来处理。你是说冻结在1亿1900万之内，那就直接冻2亿啦？不是啦，你冻他2亿也没有意义啦。反正你的目的是要他针对你的这个议题能够重视嘛。对。所以他要做专案报告来针对你的议题，因为上面还有黄委员、国昌的议题，还有这个都要一并处理嘛，哈、哦。所以就不要。好、哦，我们就纳入委员会一并动，这样就好了。好好好、哦，反正他都一定要来报告嘛，哈、哦。好。不过我希望这个我的提案，就是到时候新部长上任之后，也要就是请新部长来沟通。好，这个建立这个平台是次长，我们会去有问题啊，纳入我们追踪的事项。好，列为追踪事项啊、哦，这个。那个就是在这一方面就稍微跟高路委沟通一下啊、哦。好，40案撤案，41案撤案，42案撤案，43案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改主决议。那
44案奖补助会，我们依通案啊、来处理啊、通案处理啊。45案撤案，46案撤案，47案改组决议，吕义林委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组决议通过。48案孔文吉委员的改组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改组决议通过。49案撤案，50案改冻结1000万元，这个没有异议，我们就纳入委员会，好不好？好、哦，这个柯委员啊、哦，好。那51案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改组决议通过。那52案持庸委员，你是冻结5%，冻结4%比1亿1900万还少了哦。那你要不要纳入委员会的1亿1900万里面？好、哦、啊，看看你的主题是什么，因为他第二幕是要来做专案报告的。就针对那个亚太的部分，我想我在委员会里面已经多次的提到了，但当然你们教育部觉得你们做的已经非常好，已经很优秀，可是我想外界以及法院的认知好像跟你们认知不太一样了、哦、那我想未来这个技职教育跟就是这些学校、哦、可能会很快的会有很多学校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说教育部能够针对这个就是技职体系，像亚太这样的一个学校，他们的未来如果要停招停办，好，那你们相关的一些配套跟措施怎么样再去检讨再精进，好，因为你们自认为做得很好，可是外界并不这么认为，好，所以这部分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做一个专案报告，好，可以进去一起处理。那冻结就纳入委员会，但也把这个内入专案报告的内涵，好、哦，那林立场委员冻结5亿哦，对，要怎么样？啊，就并入1亿9，好。并入我们刚所冻结。好，那林立场委员就并入刚才冻结的1亿1900万里面啊、哦。是。那林维洲委员54案撤案，那55案改组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组决议通过。那王玉明委员的冻结3000万，我们一样纳入委员会的冻结案数里面啦，哦，好、哦，可以哈、哦。那57案撤案，那58案这个改减列100万，减列100万，对，啊，可以吗？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我们这边就减列1300万呢，可以，好，自行调整可以吗？可以啊，不木啦。幕内的节你自行调整啊，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跟其他的幕再调节了。那我们就减列1000，这个就通过啊，减列100万。那么59案啊，冻结1/5，那已经要做文字修正，是要改主决议吗？没有，我们没有改主决议。啊，不然你是要？没有啊，59案的部分。没关系，您的建议呢？冻结1/5，因为我们这边拿到应该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冻1/5，他是不是差不多1000万呢、啊？59案是吧？嘿，59案，你要送要送给法是吧？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专案报告啦，因为、這個啊、他有啊，他有第二幕，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说，那能不能配合委员会那的冻结案冻结数？因为你是要他来专案报告。谈论这个问题不是你要动，因为这个部分院长，我想还是跟你借个时间去说明一下、哦。好，来，您说明来。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在亲民党在106年度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问题就是跟你们沟通过了，就是有端那个实习课程的部分，在技职体系其实一直都没有落实所谓的学生实习的这个机制。那其实有很多学校，包括学生都其实有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已经影响到这个学生实习的权益哦。那当时我们106年沟通的时候，你们说106年度的中旬会把相关的解决办法哦，甚至说我们当时也有提案要求教育部能够用尽速实习专法送来给我们审查。其实你们那时候就答应我们106年度的中旬要送过来，可是到现在已经108年1月，我们完全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草案都没有，完全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希望能够正视的啦，因为这个跟62案跟我们等一下所提的其实是相关的。
哦，因为六十二案是比较有关就是新南向的部分。那如果你连国内的这个实习学生的实习权益都没有做到，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学工的状态，那你六十二案就更不用去提。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尊重院长，就是说看是要列入，就是说我们坚持要动，就是，要动一千万，对，动多少？五分之一跟一千万，你们我算了一下，应该是差不了。差不了太多了。那你现在已经动1亿1900万呢？第二幕已经动1亿1900万了。对啊，第二幕是大家到底动了，不是我动了，我是讲，啊，我知道，我是讲你要再加一千就对了。对啊，我是搁要加一千呐。来，孟姐，好来。那个谁，你问一下，啊，我看你这个是要解冻的条件呢？这边有解冻，是要你只要送专案报告之后，我就立即解冻啊。他会，他会啊，他会。校外实习教育法要送来，你完成。送立法院就解冻。你们这个法，我们应该在啊，我们应该这个法快要完成了。法案啊，对啊，快要出教育部，没错啊。这个法案必须要送到立法院。对啊，送来立法院。对，送到立法院，所以我们应该在下个会期一定可以送到立法院。行政院先送到行政院，再送到立法院。下个会送到行政院吗？现在还没有，现在马上要现在马上我们部会快要通过了啊。我们马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另外动的。要不能谁啊？一千呐，啊，他讲的意思是他们你们是。他宴会啊，通过来送完一碗，没有那么快嘞。次长，你这样的意思，要送完一碗，就是，这碗送完一碗才可以解冻嘞。所以次长，你的意思，你讲一定爱好鬼的对吧？你这种说法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法。没有没有，他只要送到立法院就可以。只要送到立法院，送到立法院时间不是你可以掌握，你这个法弄完的，还要上网公告两个月的。啊，这个他是公告完毕了，对对对。现在是来政务委员在审，还没？还没，还没送到行政院，还没。因为这个106年的时候，我都敢提过啊。那他们当时就答应我们说，要106年度的中旬就要给我们了。那现在108年，给你们2年的时间呢，啊？跟我这样了，我这样了，我来处理了啊。啊，我们59案啊，这个。陈怡姐委员最主要的目的要你们来做一个专案报告，那你们就配合第二幕的其他的专案报告，把他的专案报告纳入。我们也希望那个实习专法的部分能够赶快。他不是只有专法，他要法送来。但是那个法不应该在预算的简历里面呈现，应该你要写。通过好不好？在106年，不是。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是在处理预算。如果你用主决议的方式，我就可以帮你处理。我现在不能说你没有送来，那我的预算就跟你冻结，不然你要有这样没有错啊？你法没？你要你对吗？你写一个主决议嘛？好，哦，那看他们能够接受。通过了。那我们这个冻结1/5是不是就？你要增加冻结1000万，能不能不要那么多？是院长跟你报告一下，啊，这个部分条件是教育部人自己来沟通的，不是我们要求的。那个文字修改是他们修改的，所以变成主决议啦。我的预算没有办法处理你的刚才他教育部跟你沟通的结论。我现在处理预算是要减列多少，要冻结多少。我没有办法处理，要的话你要有文字的主决议给我，我才能够帮你处理你的。还有那个怡姐委员，就是说你刚才关切的有关于实习单位接媒合等等事情，其实他们本身就在来这边做一个专案报告，这已经是在我们委员会里面已经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曾经就要把实习专法先送过来嘛，对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本来就应该要做专案报告嘛。委员，委员，我们分两个啦哦。专案报告他一定要来，好，因为第二幕已经要求他要来做第二幕的专案报告。那第二个，你要他把你讲的那个法的草案送到立法院，那是你要有一个主决议，我没有办法在预算里面处理。那我就做主决议，好了，对啦，但是冻结的部分，我看啊，你主决议就写在这里啊，对，59案的有啊，啊，那这类的我该主决议啊，这是。别跟你没有主决议，我没有办法，我的预算处理是处理，对啊，不是公开主决议吗？你要改主决议，你冻结要不要再冻结？我要冻啊，就是好，你要冻多少了？一千啊，这个也是沟通好的，可不可以接受？这不是沟通好的吗？好，可以。好，那冻结啊，这个冻结多增加冻结1000万啊，那就变成冻结1亿2900万。来，那个柯委员、柯志恩委员60案啊。
已经沟通过啦，减列1000万，然后冻结1/5。啊，你不要纳入，你不要纳入那个吗？这不一样，这个是另外的。我是以目处理的，我不要，我没有办法处理到结。好啊。所以你要纳入部分，那你可以融入，但是减列的1000万还是必要。好，减列好来，那冻结我们就纳入了啊。不一样，你那减列1000万，在第二幕、啊，第二幕的部分就变成啊，刚才是1300万嘛，对不对？那现在多减列1000万，就减列2300万。好，你们要，刚才不是1200万，然后有一个减多100万的嘛，所以现在又增加1000万的减列数嘛，所以你就变成减列2300万，冻结1.2900亿嘛，到现在了啊。好，6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院长，刚才可不可以科目事情调整？刚才那个可以啊，那个我刚才都已经讲那么清楚，目里面呢、啊，你们都自行调整了啊，调到科技部去呀、啊，我没有关系的、啊。来，你那个61案改林委员的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啊。陈义杰刚刚说的有关于、那来62亲民党的王冠杰哦，好来。62案亲民党，刚才有59案那一个案子啊，这个跟59，刚刚我们就有说跟59案其实一样，就是说你国内的部分你都没有办法做好，那你现在还在做新南向的产学合作的国际专班呢、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就觉得说很多关于这个，不论虽然你现在已经有订相关的申请要点，但是包括所谓的监督考核机制，其实这个都没有完全，还有所谓学校养那个仲介的问题跟仲介人力合作的问题，其实都没有完全的处理好，所以很多国际学生都觉得他来实习其实跟所谓的学工是一样的，甚至他们有很多都有觉得有受骗的感觉。那所以我就说，你怎么样要把这个实习课程所造成的，因为国内或许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端产生，但是跟国外的学生其实有造成很多的纷争，其实是没有解决的，其实这些问题你们都要去正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产学的国际专班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好，整个配套措施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去办理新南向招生的国际专班，但是我们其实是非常反对去办产学合作的国际专班，因为已经有很多负面的声音都出来了嘛，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认为要减列1000万呐、啊，那一样嘛，就是合并，就是其他的案子要来专案报告之后就你要再减列1000万，就减列3300万了哦。我也这个没有，我是另外再加，就可不可以？那就减列3300万哦。太多了，什么太多？我们那个可不可以并刚才前面那一个案子？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专案报告，我们会好好不是那个我去做说明。你刚刚所提到这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最近的时候已经充分跟。就是处理的，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就柯委员这个，我觉得你们讲的问题，当然你们都有在处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跟教育部沟通很多次了。那亲民党团在你们教育委员会也没有委员，所以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场表达的时候了，好不好？好了，那也尊重柯总召，你觉得要减列多少，还是要冻结多少？我们就干脆就赶快讲。刚才有讲那个，对啊，那个校外实习教育法嘛。对啊，都尊重你的看法，对啊。对啊，那不要改，他会进士送来就可以了。对啊，那个公共性送来，进士送来就好。送来是公要求，也要送来立法院嘛。你要来才解冻，那就麻烦了。进士送来就，那两个先脱钩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未来部长是谁，要不要这个法，我们还搞不清楚。对啊，所以我们想要强调，是我们态度上的问题，跟你们应该去面临这个。要怎么去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产学合作问题、国际产学合作问题，包括国内的实习生的这问题，其实已经很 long term 的一个 problem。你不能说你现在答应我106年，那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来做这些事情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立场的表达了。没关系，好不好？那你总是要减列多少动静？因为你这边是减列2000，我觉得是太多了啦啊、哦。然后那少一点就好了。那冻结1/5。好像也太多了啦，哈。对了，好，那你冻结的部分能不能就纳入委员会？委员会已经冻结1.2900亿了啦。不要紧啦，那这样大家互相扭包，那这案我就保留啦，好不好？你要保留到院会。就保留啊，我就保留院会来表决。好，那我们就保留。来，60案保留。那63案已撤案，64案
在市保委员这委办会，我们就通案处理啊、哦，这是通案。那65案是撤案，66案撤案，67案撤案，6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69案撤案。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黄国昌委员那个第25案改主决议案啊、哦，那文字有没有问题？那个部长您看到了没？那次长，来，挂号。好，没有问题。好，好，那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哦。没有，是哈、哦。好，没有问题。我们20万改主决议通过哈。202案呢、啊？来，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三幕啊、哦。那么第三幕啊、中等教育的经费啊、哦，委员会是动辄1000万啊、哦，大家对中等教育都非常重视这一点，谢谢大家啊、哦。那么我们开始进行70案啊、哦，那个动辄200万提书面报告，这一方面是不是纳入 啊？纳入委员会的动辄1000万啊、哦，那71案啊、高陆委你要冻结20%，这是中等教育呢，你要冻结20%吗？我们这个已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要改冻结10%啊，中等教育第七十一案，对啊，第七十一案冻结10%是多少？3700多万，是3700多万呢？对。这个我们之前沟通过了，就是说有关于原住民失陪的部分，那现在就是说市议师这边也已经积极在处理，那我想应该在这个3个月之内，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跟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所以这个下会期了，不是3个月，我们都改下会期哦，下会期、哦、那个报告，这个高陆委员啊、哦、第三幕他一样要来做专案报告，所以你这一个案子可以纳入专案报告，但冻结数能不能不要到20%？能不能看是5%？5%就1500万、1600万左右的呢？这些都送学生。看，就是看主席啦，因为我是10%，他们也可以接受啊。这样子啦，冻结增加1500万啦，就。增加冻结1500万，就冻结2500万，提专案报告啊。好，那72案，那个啊，就纳入冻结2500万里面啊。那个江启臣委员冻结2000万，这已经超过2500万了，这个就也纳入了，好不好？好，好，谢谢。那么74案撤案，75案啊。它是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设备投资这个也是通案了。通案，这通案了，我们就通案处理啊。好，哎，这已经到第四幕了。好，等对不起啊，刚才第三幕我做一个宣告啊，我做一个宣告啊。第三幕啊，总共冻结2500万，对不对？对。好，那提专案报告。使得动资，那针对委员的冻结提案的啊、哦，要请在专案报告的时候特别针对委员的提案啊、哦、来提出说明，好不好？好、哦，第三幕，现在我们进行第四幕啊、第四幕是终身教育。终身教育在委员会啊啊减列200万，那么74案已经撤案啊、哦，已撤案。那么75万是通案，75万是通案，我们就通案处理啊、哦。所以啊、第四幕我们就啊、减列200万。那第五幕啊、哦，第五幕是学务与辅导啊、哦。那么委员会是冻结300万，然后要做专案报告啊、哦。那我们有76万啊啊、只有一。
第五目只有一案哦，改主决议，这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第五目就冻结300万做专案报告。那么第六目没有委员在我们党团没有提案，所以第六目哦，我们委员会是冻结1000万做书面报告，我们就通过委员会的冻结1000万书面报告。那么第七目，第七目啊，我们77个到79都撤案，所以我们就委员会通过冻结8亿元做专案报告。好，好，我们就通过这个委员会的一个决议案啊。那么第八目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第九目也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第十目没有提案，我们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第十一目没有提案，我们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因为无类数，所以我们就不予处理。第十二案无提案，所以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那么第81至95，我们有主决议，大家看第八至九十五案来。大家看第八十，这个是我们的建议案呐、啊，他们沟通的建议案，最后还是这边处理啦。因为其他的委员会也没有这样盖。对啦，这个没有关系啦，我们知道就好了。天哪！所以文案是，来80案有没有问题？大家看一下啊、哦。80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80案通过。81案，这个两个月内啊、哦，改下会期，两个月。81案有修正，有修正啊、哦。81案修正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看吗？有。刚才院长，你们已经开班了。那你看他有修正，81案有修正。修正，嗯、修正文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修正，来，来，那就不能离。那个林立财委员有修正啊、哦，那修正之后啊，你们党团也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对，一个月要改下，两个一个月要改下会期，好，一二三个月内都改下会期啊、哦。好，那80案就修正通过啊、哦。那82案。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82，那我们就通过。83案，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84案，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85案，没问题。那我们就通过。86案，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87案，87案有文字修正，有跟徐委员沟通过嘛？哈，他同意嘛？修正嘛？哈，那修正是与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通过后，校院车转型及退场条例通过后，公开相关指标以利外界了解，对学校、学生、民众，好，这个修正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啊。那88案，没问题。89案，没问题。90案。92分之1案，好，那91案，91案有修正文字，修正文字就后面那里嘛，哈，对，就改成应协调师资培育大学凝聚相关措施这里嘛，对对，那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就修正通过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到95啊，到95哈。那92案，没问题。那我们就通过啊。93案，没问题。那我们就通过啊。94案，没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95案，95万是要写什么？这个是时代力量的修正案吗？你拿给教育部看一下啊，给各个党团看一下。教育部。哦，教育部发的，啊，那个时代力量你们，
啊，教育部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我们提出来的。那你们可以吗？好，那我们95万就修正通过啊。好，我们进入啊、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国民级学前教育署。来，有我有，那个我们96万撤案啊、哦，那么第一幕一般行政啊、哦，那么委员会啊、一般行政是通过预算照例。那我们这边啊，96万是撤案啊，96万列位这边是撤案。我们现在进行97案啊，第一幕，97案啊、撤案，98案撤案，99撤案，100撤案，101都撤案。所以第一幕一般行政就啊、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第二幕102开始啊。102至126，委员会冻结1000万，提书面。那2000万是专案，那干脆就是3000万来专案，好不好？多动一点啊，因为那个牵涉到。妈，等一下，还有后面一定还有一堆的。没有，哦、现在在没关系，我现在在处理。我们等一下，好、哦，我们第二幕啊，第三。现在讲第二幕，现在讲第二幕，对，第二幕，对，多动我没有问题，我们先检讨后面。你现在，我现在就是在有提案要多动嘛，现在第二幕，现在我们就在第二幕要处理啊。好，那么我说我刚才讲的是委员会是1000万书面2000万专案，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好，你要书面，你干脆就专案来一次把它解决掉。好，你都写一次书面要干嘛？好、哦，这个没有意义了啊、哦！来，我们先处理102案第二幕啊、哦，撤案。103案是冻结10亿元哦，这个立法委员，你要冻结10亿呢、哦？这个不多了，因为这个就是私有准公共化的部分，其实10亿相较整体来说，它其实并不多。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从去年实施是在非六都的县市嘛，那今年要扩大实施到直辖市，这个政策的实施其实引起蛮多家长跟就幼教团体的反弹呐、啊。那目前来讲，因为学前署也要针对六都的部分，可能会政策上做一些调整。那因为这事情攸关家长权益，所以我们要求一定要专案报告之后。那这个钱其实比例并不高、啊，以比例来说并不高。那这样的话才会真的认真的去评估啊。专案报告没有问题啦，哈。那你要冻结到10亿哈，这个是我们可能协商预算以来是冻结最多的一个数字呢。太多。但比例上不到十啊。那你跟这比例上我这样1亿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有比例到1亿啦，好不好？因为我们是要他专案报告来追踪他的执行状况，总共是有几百亿耶，因为我们这个要发到各县市去哦，这样其实那个动作影响第二幕而已。其实最重要是专案报告嘛，专案报告就解冻啦、啊。而且我必须说了，以现在这个政策的做法，其实再怎么样把门槛做调整，836亿啦。怎么样把那个门槛做调整？其实对家好了，你就降一点啦、啊，让他们不是这个政策的问题太大，我觉得必须要好好做一下讨论呢、啊。我们一定做专案报告，因为这个是这个国人都关心了、啊、哈、哦。那但是因为我们怕但动了一亿动太多，动了一亿不痛不痒啊，一亿是不痛不痒、啊，这个因为对整体预算来说是不痛不痒、啊。当然，所以可以稍微动。整体预算多少了？整体18,360亿。对啊，报告报会上哈、啊。那如果就林委员关心的部分的准公共幼儿园是47亿了。47亿，你动他10亿，太多了啦。我们这样子啦哦，冻结5%啦，4亿啦。那就4亿嘛。好啦，
好不好？四亿啊，一般大概都是百分之五里面的四亿啊，不是啦，836亿里面四亿啦。其实这东西意思都一样了，他要的是专案报告了。那应该说那时候他们也在讲，可是因为这笔钱大家都知道，在政府机关待过都知道，其实都可以挪用嘛。本来他就是都可以使用的啦，所以其实动这样子在800好了，无意了，动辄无意了，不多啦，动辄无意了，好不好？动辄无意，动辄无意做专案报告了，好。好。动辄无意做专案报告，好。那我有听好了，104案，好，可以了哈。动辄无意做专案报告了，104案改主角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那李彦秀委员动辄200万啊，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纳入无意了哈。那106案车案，107案车案，那108案动辄1000万，这个就纳入无意了哈。109案。这是通案啦，我们就以通案处理啦，哦，它是减列100万而已，这个哦，通案都比100万还多，所以以通案处理109哦，通案。那110冻结50万改书面，这个就纳入冻结无意改专案报告，哦。那111撤案，112撤案，113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啊，那114。冻结1000万文字修正，那个怡姐委来，要不要说明一下？已经冻结无意了啊，哦，你这边看。没关系，那就尊重院长用病的哈。好，病入无意了哈，哦。好，然后啊，专案报告就把亲民党这个他的想知道的啊，哦，来做一个专案报告的的那个内容啊，哦，啊之一啊，哦。那115。啊，冻结5000万也纳入五亿里面了，哦，116啊，撤案117冻结10%，它是要冻结79亿的10%，大概7000万，我看也纳入五亿之内了，哦。好，那118吕玉林是冻结5亿，刚好跟他讲的一样，哦，就并在一起了，哦。119撤案了，哦。120啊，冻结1000万，那个就纳入五亿之内了，好不好？好，哦，他反正也要来做专案报告啊，哦。那吕玉林冻结1亿也在五亿之内了，哦。那王玉明委员冻结5000万也在1亿之内，我们都以5亿为主了啊，哦。那高路移用委员冻结10%，你冻结10%也是两亿，哦，这奖补助会，哎，这个通案处理这个没有办法冻结，这个通案删减的。院长，那个122案是我们是改组决议。哦，啊，改组决议你有问题吗？没问题。好，那改组决议通过哦。那好，现在到120，奖补助费是通案删减，这不是冻结哦，是删减。哦，奖补助费是直接删减，是不是？直接删减，而且删减还蛮多的哦。啊，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我需要就是这个教育部这边。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就是针对就是学前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就譬如说我们在原乡地区的这个幼童，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交通不方便没有办法顺利入园，所以其实像民间有基金会就已经推动行动幼儿园来去解决这个补救这个幼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认为就是国教署应该去研议计划来去支持行动幼儿园，包括在这个法规的松绑跟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扩散互助教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另外我还是要强调，像这个学前的这个教育其实很多的部分在花东地区都很缺乏，像这个零到二岁，像这个公托在花莲也只有一家，哦，第一家的公托家园，哦，在花莲，这个还要到今年6月才能成立。也因此我希望就是国教署针对原住民地区以及花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研议计划，包括这个法规的松绑，还有就是说去看看民间有什么样的解套方式，也一起支持这样。好，那这个要提专案报告。123案我们就纳入专案报告，
那因为这是江埔住会，我们就一通案来删减啊，一通案删减，但一定要把123纳入我们的通案那个专案报告里面。好，来，我们进行第124案，动辄1亿，这个也在5亿之内，我们就纳入5亿之内啊。那125动辄1亿也在5亿之内，我们就纳入5亿。126撤案，127那是去来来第二幕，我先讲第二幕。第二幕我们现在总共是冻结不止哦，五亿加上刚才第二幕刚才对三千万，那这样是多少？第二幕是冻结5亿3千万，哦，兄弟啊，有没有减类数？没有。好，那第二幕我们冻结5亿3千万，要报告后使得动支，专案报告使得动支。那么专案报告务必要将刚才提冻结案的委员的内容，要针对内容来进行专案报告，好不好？好，没问题。好 ，OK。那我们现在哦，第三幕哦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数来照例。第四幕没有提案，我们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那么127案他撤案，127案第四幕因为撤案，所以我们没有提案。所以我们现在第五幕第一备金4000万，我们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主决议来128到130撤案，129撤案，130撤案，131来。131有文字修正，来，文字修正在哪里？原来就有证件大本的哈、哦，对，好，来131，大家看131，哦，不要打瞌睡哦，赶快来继续。要改下会期哈。好，改下会期，提书面报告是三个月内改下会期。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就修正通过。来132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32我们就照案通过。好，那教育部的预算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提议署，这不是教育部，对哦，是教育部哈。也是教育部。来，提议署。好，等一下我来处理59的那个谁的，一届委员的啊、哦。那这个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个各党团有没有问题？那个柯总召有没有问题？可以修正，好，你们再修正，等一下改好再给我再处理啊、哦。来，我们处理提议署，提议署的预算，好、哦，这个各位委员哦，提议署的预算，我们当时哦，亚运之后都有跟人家所有的委员参加哦。那个选手有到立法院来，我们都跟人家承诺，今年体育所的预算，我们要全力支持，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费啊，去参加奥运啊。所以体育所的预算啊，全部撤案了，艺术家那他们好像都没有删呢，有吗？用看国语的。来，体育所啊，第一幕委员会冻结10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那么第一幕啊。133撤案，134撤案，135撤案，136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好，那改主决议通过。137委办会，委办会是通案处理。好、这个他我们不必动结，这个有通案，好、就一通案处理。通案就是委办会看这一次通案是多少，减类多少？3%。好、是减类三，这个是。啊，3%是所有各部位都一样的哦。来，我们第一幕就138撤案，139撤案，140撤案，141撤案，152撤案，143撤案。所以我们第一幕就照委员会第一幕
就照委员会冻结一千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来第二幕，第二幕，委员会通过减列二十万。第二幕是什么？减列二十万，一般行政这个都是，法定的支出人事费。我看二十万，我们就，我们就干脆不要减列了啦，好不好？这个交易委员会二十万，搞二十万在这里也难看呐。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免疫减列了哦，我们就照原编的预算数通过哦。好，那一四四哦，一四五、一四六都撤案了哦。来进行到一四七第三幕，大家看第三幕。第三幕委员会是冻结五十万提书面啊，提书面。那么我们第三幕体育行政业务徐志荣委员改冻结百分之五提书面，冻结百分之五是多少？145万，我看我们就支持委员会啦，纳入委员会啦，好啦，就冻结五十万提书面啦，尊重委员会啦，这个是柯志恩委一项的原则啦哦。那148怎么会全数冻结？这个要干嘛？我看这个撤案啦，我们就纳入委员会啦，好不好？148真是奇怪了，因为这个。他说：“国内选手出国比赛就一定要住在四星级以上饭旅馆，长程客机要搭乘豪华经济舱以上。这第一个，他当地也未必有四星级以上的旅馆；第二个是，也不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豪华经济舱啊。再来，他上面也没有注明说这是代表国家出国比赛，所以这个是这个案子是不可行啊。好了，我们就撤案了，好不好？那个148案呐。”徐一伦委员的这个很奇怪，我们不要这样子做提案呐、啊，好不好？撤案了、啊、好不好？做不到了，我们撤案了、啊、哈，好，就撤案了啊、哦。那149撤案，150郭昌兄，你敢冻结二十？冻结二十大概是450万。580。来，我说明一下哈。来，冻结的比例可以商量。好。但为什么要冻结？之前在体育改革的过程当中，针对各个协会的舞弊，体育署那个时候消极不作为，搞得全民期待的体育改革弄得乌烟瘴气。当初我们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那有很多人说没有舞弊啊，不按照程序在办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最起码五个协会在改选的过程当中伪造文书，违反个资，甚至当事人都已经认罪了，台北地检署给他缓起诉处分，我对那样的处分结果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去台北地检署抗议。台湾高检署把缓起诉处分撤销，撤销的理由不是他们没犯罪哦，撤销的理由是这样子的状况把台湾的体育改革搞得乌烟瘴气，侵害到好几千人的个资，怎么可以缓起诉？撤销的理由是这个哦，但是对于犯罪行为之成立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印证了什么？印证了我们去年在这边审总预算的时候，对于所谓协会舞弊所提出来的质疑，证实是真的。但是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是，这些舞弊已经被证实是真的，当事人也认罪了，那为什么在推动体育改革的主管机关对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消极不作为？那因此针对这一些涉弊的协会，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当初在整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要就责？
甚至牵涉到下一阶段是不是要改选这件事情，我相信署长知道，我在教文委员会质询过非常多次。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院长觉得冻结20%太高，没有关系，让他们好做事，冻结5%也可以，但这件事情一定要进行专案报告。好，我们这样子哦，国昌委员，因为151这个柯委员已经撤案，那从152到156之一你都提冻结10%的冻结案，都是在第三幕，同样都是在第三幕。那这一些问题，我们就利用专案报告来处理，好不好？后面的就一并用专案报告来处理，因为从152到156之一都是冻结10%。没有，我先跟院长报告哈，就是说哈，你要合并处理啊哈。对，我基本上都尊重哈。好，那但是刚刚我已经讲了嘛哈。对，就150案有专案报告，冻结的比例多少适合，金额多少适合，我都尊重院长的裁示。好，但是等一下，接下来到有关于152以下的案子的时候，是不是容许我再提醒体育署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到今天送来给我的书面报告的资料，跟实际的状况还有认知，都还存在相当大的落差。我现在就是在处理你的152到156之一，因为这全部都是你的提案。因为150你这边我们等一下并152到156之一一并再来看冻结多少，但是你的问题要点出来，让提议署能够来做处理。好，让高署长，因为他也是新来几个月而已，来你就一并说明了哈，好不好？好，好，来。第一个是国训中心的事情，院长讲，我们支持我们国家的选手为台湾争光，大家都全力支持。结果后来大家发现什么事情？国训中心要把选手的伙食费挪去做其他的用途。有教练针对这件事情提出控诉的时候，我们的国训中心哦，第一时间的新闻稿是用新闻稿哦，说他抹黑，他胡说八道。结果呢，查出来，的确就是去挪用了选手的伙食费去做其他的用途。在接下来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可能要请署长说明清楚。当初国训中心面对教练为选手发声所提出有凭有据的事实的控诉的时候，凭什么用发新闻稿的方式去指控那个教授抹黑？人家讲的都是真的啊。第二个事情，你们把选手的伙食费挪用去发主管加急，我在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离谱。你怎么可以用选手的伙食费去付主管的加急？这个主管是有比选手还重要吗？结果整件事情水落石出了以后，你们回来给我的说明是说，就主管加急那些部分，你们本来是要从今年3月说还要体恤啦什么加进的考虑。今年3月农历过年后按月扣还，你们第一份给我的回复资料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样也好，让他们慢慢还。结果我看到你们这个回复资料的以后，我进一步去调查，我发现哪是要按月慢慢还，你们根本就是要用国训中心另外的自筹款去帮那一些人还他们挪用选手的伙食费拿到了主管加急，可以这样做吗？你们来说明的说啊，那个是国训中心的自筹款。对不起，我不客气的讲，国训中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你出租一些场所，出租一些设备，你收取来的钱，你可以说那是你的自筹款。你所有的场所、所有的设备，那都是人民的纳税钱买的。
那虽然没有在我们税出里面的预算里面，你们有那个国训中心有自筹款，那是所谓的自筹款，那不是国训中心去赚来的，那是国训中心用国家纳税人的钱买的设备，出租给人家的收入，那本质上还是公款。那我的问题就来了，这些人领了不该领的主管加级，你们要按月让他慢慢还，我没意见。但为什么可以用公款帮他们还？而且你们第一时间还不说实话。我后来进一步追问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用自筹款还，才承认不可以这样子做。这些事情我希望署长在专案报告的时候都要一并说明。那至于说前署长的事情，前署长的事情，我直接跟署长讲，我敢在教文委员会提出人事实地物的控诉，我手上就有证据。你们给我的回来的资料是说他没有涉入，你去看那个时间序列，12月25号，去年12月25号，他跟不是前年12月25号，他跟台湾社会讲说，我们体育署已经发现有5个协会舞弊啊，然后我们主动把那5个协会移送法办，好像很有魄力。结果他移送法办的那5个协会，控制那5个协会冠人头会员的是一位赵先生。25号，他跟台湾社会做这个宣布。26号、27号，他把赵先生的电话给人家，说啊，你吼要去选那个涉及协会，你这样选不赢了。我跟你讲，有一个姓赵的，他手上有3000票，你去找他帮忙，你去找他帮忙。然后涉及协会呢是。一票要9000块，我有200票啊，你去找他跟你要800票，我实在搞不清楚哎、欸。一个体育署署长，一方面跟社会讲说这个人舞弊，把他移送法办；另外一方面去跟另外一个协会讲啊，你如果要选理事吼，你去找那个人，他手上有3000票，那、啊、去跟他要800票啊，我体育署这边有200票，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可以这样干哦，结果你们回来给我的调查报告说，查无此事，真的查无此事吗？我再给署长一次机会，再回去调查，下个会起来做专案报告。你们正风去约谈人家，约谈的录音带我手上都有，人家都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是不知道你们正风怎么跟你回报的，人家都讲得这么清楚了。结果你给我的东西是查无此事，我希望在下个会期专案报告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好，那这样子啦、哦、第三幕、哦、第三幕我就国商委员既然授权我、哦、我就才是冻结200万提专案报告啦，将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本来是冻结50，我们增加150，那提专案报告，把它都说清楚。那过程有过失、有瑕疵、有违法，你们就哦也依法哦哦处理了，好不好？因为我们体育界哦也需要大家好好一起来维护，才会啊茁壮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三幕啊。157案也撤案哦。第三幕我们总共冻结200万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我们都没有检验你的预算哦。好、哦，那下会期你们就赶快尽速来教育委员会啊、哦，教育文化委员会来做专案报告啊、哦。来第四幕国家体育建设啊、哦，这个在委员会是冻结300万呐啊。哦提书面报告哦，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案啊、哦，一个是黄昭顺委员冻结1/20，1/20是多少啊？哦，太多了。哎，哎，
小姐，两位委员小姐，好，撤案了，好，谢谢。你撤案对，但还有一个黄委员呢、啊。那、啊、我要打电话赶快给黄昭顺委员啊，但是我现在打给他，他会觉得很奇怪，太晚了，已经十点，搞不好他在睡觉了。啊，二十分之一是5%，5%是大概6500万，六千五百万是太多了。没有了，就是根据我们那个啦。啊，好，谢谢。我们根据委员会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专案报告了，大家可以来咨询。第五目没有提案，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列哦。来，主决议164，有没有问题？164撤案。哦，等一下哦，164撤案。那那等一下哦，等一下我哦，第四幕后面还有，对不起哦，来来来，我第四幕还没有处理哦，对不起对不起，还有哦，第四幕哦，160冻结100万哦，161冻结200万，这个要不要？哦，等一下我看，161是通案，好、哦、通案了、啊、哦，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哦，160是奖补助，也是通案，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啊、哦。好，依通案处理啊、哦。160就依通案处理啊、哦。那个162撤案了，哎呦，撤案，163也撤案。好，那第四幕啊、哦，我们第四幕就照委员会冻结3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哦。那第五幕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列。现在进行主决议，主决议164撤案，165好撤案，165撤案，166照案通过，好，165我们就照案通过。那提议署啊、的预算就到这边，谢谢啊、哦，好好好，你看你只有你一毛钱没有删。提议要加油啊、哦！提议这是国力的展现啊、哦！好，我给学长。来，青年发展署。来，我们回到59案，刚才陈义杰委员的提案啊、哦，来宣读一下。教育部自106年以研拟专科以上学校校外实习教育法专案，并应在草案教育实习法草案草案，并应在109年送至本院审议，但迄今仍未送至本院。原要求教育部应尽速于下个会期内将专科以上学校校外实习教育法送至立法院。好，那这个这样修正教育部可以吗？没有，刚才那个自己念的是 B 第二行哈，并应在107年，不是109年。嗯，107啦，这不是109哦，107。好，就这样修正了啊、哦。是是。好，一届一赛哈。好，来，我们就59案就主决议通过。这应该是应在108年。你要改对。107过了，所以现在应该已经在108对了，现在已经过了，快过年了，108年改108啊、哦。他是在原来了，原来应该在108、哦、对了，108是7啦，107啦，对了、啊、下个会期是对了，好来，对了，就照原来的这样对哈、哦，就这样对啊、哦，59案来青年发展署。没关系，你就处理了，就是修正过了哈。青年发展署来了吗？好，那么第一幕啊、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列。第二幕啊、第二幕委员会冻结5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167撤案，168亲民党党团是减列1000万，冻结200万书面，
弄这两哦，你这个要改，你这个简略要不要简略？简略就不简略了。好，那我们冻结200万，在委员会第二幕是冻结500万，你要不要并入500万？好，那谢谢啊、哦，我们啊、亲民党党团啊，简略啊，他啊撤案，那冻结200万并入原500万的冻结数里面提出面报告时的动支。那169万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170撤案，171冻结20%。来，我们要不要请我们最敬爱的高路委员来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哦，其实如果根据青年发展署促进青年公共参与奖补助作业要点第6条。这里面是针对弱势青年、原住民青年、偏远地区青年参与比例较高的活动，得衡酌实际状况优于补助，以兼顾资源分配的衡平性。但是青年发展署并没有针对原住民青年的公共参与拟定这个优于就是这个优于补助的计划或专案，所以才会提案要求这个青发署提出政策。而且来看，就是过去2017年哦，青发署有办这个青年好政系列地方创生青年论坛，这里头有九场论坛，那在台东场只有台东场跟部落议题有关。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这里面加起来的青年代表只有3个人，可是你看哦，光是嘉义场就办了2场。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青年原住民青年公共参与跟边远地区青年公共参与，就是花东青年公共参与，其实是非常少，而且人数都是在下滑的这种状况。也因此呢，我这个提案真的是希望能够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跟这个公共参与。那因为青发署的预算并不多，所以我这边是希望署长能够承诺哦，如果署长能够承诺，真的有能够去鼓励青年公共参与，还有就是原住民跟花东的青年，我这一案可以撤案。好，署长你就跟他承诺，这一定要做的嘛，这是正面的承诺，辅导原住民跟青年的鼓励啦，鼓励不是辅导，鼓励啦。谢谢委员，谢谢。好，那我们这个就撤案哦，那。这个高路委员的建议哦，有希望署长能够要听得进去哦。来，那我们第三幕第一备金哦，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来，下一个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国家图书馆第一幕撤案，第二幕没有提案，第三幕没有提案。我们第四幕预备金也没有提案，我们国家图书馆就照委员会审议的决议通过啊。来，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国立公共图书馆第一幕到第三幕都没有提案，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但有一个主决议173，有没有异议？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来。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第一幕至第四幕没有提案，我们都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174案有一个主决议174有一个，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来，国家教育研究院175撤案啊，我们进行第一幕。第一幕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第二幕委员会通过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支。那这边我们有两个时代力量的提案啊，都是要一个冻结30%，一个冻结100万。这个要不要请慈庸委员来说明一下？是可以并委员会的那个冻结数哈。谢谢你。但是要专案报告。好。好，然后177书面报告就可以。要书面啊？177书面就好。什么177？书面报告就书面报告。你既然这一幕要他来做专案报告，就全部就专案报告就一并纳入了啦。好，好，好，好。
那我们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岁初第二目我们照委员会的冻结100万，然后提专案报告，提专案报告好啊，因为100万你来提一个专案报告应该也很容易哈。来，那两个案子就撤案。那有一个第三目委员会也没有提案，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第四目第一预备金无提案，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例。好，第178案，第178案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问题。好，我们就照案通过。好，谢谢教育部，谢谢院长，我们谢谢各位委员，谢谢总召。各位委员同志，我们就继续留下来奋斗啊！来，好的，现在比较精彩，来，不要睡觉啊！等一下，黄商又来了，要黑一下了，来。没画面膜会被笑，你戴白面膜会被。好，来，来，诸位请坐。来，原子能委员会，我们就开始进行处理啊。那么，原子能委员会所属啊，在啊179案撤案。那么第一目啊，委员会没有提案，我们照委员会通过冻结200万。第二目，原子能管理发展业务啊，委员会通过冻结6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我们。第二目总共有几个提案黄昭顺委员他改冻结600万，那这个就跟委员会一样，我们就配合委员会冻结，慈庸委员是减内500万，冻结1000万，这个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我说明一下好，在这一个游离辐射防护管制里面，你们编了5670万8000嘛，那其实这个预算数其实是蛮高的。那我们在107年的12月的时候，有接到一个澄清，我想这个有来办公室沟通，应该现在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蛮夸张的一个事件，然后，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这个澄清人他是中南部一间这个非破坏性检测作业公司的检验工程师，那他在这个职务上面已经就是从事7年的一个资历，那他在前4年的时候，他其实就他都在做，因为他这是高风险的工作嘛，所以他都有在做这个身体检查，在前4年没有什么异状，那到今年4月他被检查出来他血液有相关的异常，那当然就是。这个医院也去检视了他过去整个血液的一个变化，那发现说其实他从到这个公司任职之后，他血液的一些这个血红素跟这个血色素就逐年下降，就是有异常了，那他当然也就有跟劳工局有一些就是资讯的一些接触，那劳工局也就知道了，那他也发函给这个公司了，好，那在6月份的时候发的，好，但是这个因为游离辐射作业是原能会所主管的相关办法去进行的特殊作业，但是这个劳工局跟你们原能会并没有相关的借接跟这个通报所以这个公司他也没有主动通报的情况底下，就是你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员工他们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你们也不知道。好，那这个员工在9月份的时候，他8月份的时候，他就是血癌急性的发作了。那10月的时候就身故了。那这件事情夸张的是，12月你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好，这是因为我们跟你们反映之后，你们才知道。那这个公司他是为了节省成本跟缩短他的作业时间，所以他们这些检验工程师他们并没有给他防护衣，好，没有给他防护衣。那甚至为了规避这职灾的一个问题，那要求他们不要去佩戴这个辐射的一个避量这个剂量的臂章，好，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那夸张的是，你们去做检查，好，通常是形式上面，那去看他们的书面，好，那如果你们去抽查，你们也是去一个预制厂，
也不是现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控说这些公司它是不是真正的有符合它的一些作业的一个要件，那这些员工他的这个安全是不是有被足够的保障。所以这个状况是很夸张的事情。那这个公司97年其实就已经有违规的这个案例在先了，好，那10年来你们也没有做什么列管跟追踪，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原人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责任。而且目前哦，在这个游离辐射作业特殊鉴检当中被列为3级异常，全国是有91个人的。好，那我们今年看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身故了，那接下来哦，这些80-90个人在这么高的一个职灾风险里面，你们到底跟这个职安署的这些勾稽到底有没有做，那你们未来要怎么做，我想这你们有需要好好的去检讨，那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好，所以我在我想在委员会我们都处理过，那这个部分是因为这个案子好让我们知道说有这么夸张的事件，你们原人会都没有去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我有提出来，我在要再另外冻结200万的一个预算，那你们做一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再来做解冻。好，那减列的部分你就不减列了嘛，啊、哦，好，那增加冻结200万是这样子吗？好，那增加冻结200万就冻结800万，然后书面改专案报告。好，又说明一下，这要说明吗？民间公司的事情是到底什么？尽量简短啦、啊，啊、哦。好，跟院长跟各位委员报告。刚才黄委员提到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跟职安署的部分，当然这个勾稽，我们马上就会跟他们加强。第二个就是对于业者这个管制部分，我们的检查部分，我们也拟了一些强化措施，安全装配装置的部分，我们绝对会严格的要求，然后加强不定期到现场的一个抽查。那制度面我们会做全面的检视，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以上说明。好，那就。冻结800万，然后做一个专案报告啊，把详细的情况啊在专案报告做说明。那么第二幕啊，182案，这个都是通案哦，我们就通案处理，都是委办会。那183的话，车案；184车案；185通案了，也是通案，国外理会那是通案呢，我们就通案处理啊。那186。哎，我们也是通案，我们就一通案三检啊、哦，好不好？一通案三检，好，好，来，您好，请国昌委员讲。但是我们这是通案了啊、哦。通案指的是我们之前有三检吗？对，我们固定啊，我们通案是统三个百分，哎，这个多少？委办率是多少？3%。我没有要检，我只是要动。但这个一定要检，这个是通案。对了，我知道了。我说你通案要检，那大家都通过，我也尊重。对，那我现在是要动。啊，我要动的理由是说，针对目前在核一厂，事实上老早以前就一直警告，会丧失全炉心退出的能力。这件事情果然也发生了。我们的核一厂变成全世界一个丧失全炉心退出能力的核电厂，在全世界里面唯一一所。它导致的状况是什么？导致的状况从今年开始，台电从2019年要每年新增2亿8千万，为什么退不出来？根本没办法除役，要维持里面电厂的安全。这个决策当初早就提醒，后来真的发生，现在核一要除役，没有办法除，每年还要多支出2亿8千万。当初原能会是怎么准的？这件事情不能够就这样算了，这不是在主委任内的事情，我知道。但问题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如果都可以不必追究责任，当年的原能会到底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机制，
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就变成没有是非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也没有要去影响你们有关于核能安全保防。那但是就国外旅费这个部分要冻结，你们针对这件事情要提出完整的行政调查报告还有就责名单，到教文委员会里面进行专案报告。第二幕齁，刚才慈庸委员已经把书面改成专案报告冻结200万，那如果国昌委员不反对，我们研能会针对185、186两案里面刚才国昌委员关心的事情，就并入这个专案报告处理。但是齁，来，因为刚才慈庸委员在这一幕有他的一个议题已经做专案报告。就刚刚所讲核一厂的事情，对185的事情，对刚刚院长的裁示我可以接受，186是另外一个案子。但是你总是要他在专案报告一并来报告。对，但是我186我要另外动。好，那185我们就185我们是不是就照通案处理啦，好不好？就让他来专案报告啦，反正只有95万。对，我说185的部分院长要并，然后来专案报告，我 OK。好，但是186是另外一个案子。阿力巴，你想动多少？谁？186你想动多少？186我要先请原人会给一个交代。啊，对啊，你现在要先讲动多少，给交代之后专案报告。我可以先说明一下吗？好，来。这件事情我在委员会质询好几次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然后找闭门的学者专家来，花了纳税人好几千万，跟我说只有小部分抄袭。我看了你们给我的报告，我真的没办法忍受，纳税人的钱是这样花的，每一个报告都好几千万，这个叫小部分抄袭哦。全部都是荧光笔画起来，全部都是抄的。你们官官相护到这样哦，用公家的资源去养特定的学者，我也就算了，你研究就好好做。结果做成这样，我质询提出来，还说好，我们内部去找专家学者来。都说，然后说啊，没有抄袭，你在骗谁啊？监察院有监察院的调查，监察院那边调查的进度我也有掌握，请了学者专家，看到这样的结果，大家看到快昏倒了，原来会包庇成这个样子哦。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第一份3000多万钱花下去，那个著作物就是国家的著作权。你后面再抄就侵害著作权，但没有办法，著作权人是你们啊，你们不提起刑事告诉，刑事责任根本没办法追究啊，就包庇嘛，一拖再拖嘛，拖到告诉期间已经过了，可以这样做。好，那个主委你要不要回忆一下？我先请那个承办的那个处长先回来，简单的啊，简单哦，已经很晚了。跟委员报告。在10月份的我们业务报告后，我们还有补送一份报告给委员。所谓荧光笔画的部分是不一样的部分，我先补充到这边。这样子啊，那委员你建议要冻结多少？就按照我提案讲的，冻结20%。好，冻结20%，然后提专案报告，就并那个专案报告。好，我院长，我想我在这边稍来一下，我想这。黄委员所提的哈，你说我们有没有包庇？我在这边我不想做辩解，啊，因为那时候呢，在教文会里面你咨询我，甚至在这个总咨询的时候，你咨询院长的时候，啊，当场我在场，当时我讲说，基本上有没有抄袭，从学术的观点来，这是违反学术伦理的。那从学术的观点而言的话呢，教育部也好，或科技部也好，都有他们的一定的针对的学术违反学术伦理的一些法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对外
聘请了将近6位审查委员，针对的违反著作权法，我们有聘请相关的律师。那这些呢，都是按照一般的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所认知的学术圈，所以学术圈所认知的方式在做。那另外呢，我也针对着他们，你们所提出来的认为有抄袭的部分，或是有相雷同的部分，我请他改写。那所以说，我们花费了大概有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同时呢，我们委办的单位呢，清华大学呢，他们也召开了这个所谓的学术伦理委员会。那么他们从所谓学术伦理委员会，据我所知道的，学术界的通常也是三级三审，所以说他们通过了这个系，通过了院了以后呢，做调查了以后呢，他们得出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时间上呢，我们那到最后呢，我们得到一个结果了以后呢，我们就根据呢我们一些相关的法规，可是根据相关法规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个科技基本法的方式，而且利用这个所谓的工程会的采购法。那工程会的采购法的话，目前的法则呢，他们讲基本上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严厉的就是说，如果说将来他停权的话呢，是在所有的公务机关里面，他都没有办法呢再接受任何的委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采用了什么呢？采用了科技部的方式呢，就是停权1年到2年的方式，做一个法则。那这个地方很可能没有办法让这个黄委员他能够满意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开始踏出了第一步。我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本意或者厨艺要包庇他们啊，这点绝对，至少在我的担任这个主委的这个段期间，我觉得我跟清华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我希望不要把这个东西了解了解。但是黄委，我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进步，调查清楚了。是的，我们还可以再进步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下呢，如果黄委员有任何有任何意见的话，我们都接受。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要冻结20%哈？这一点哈，我希望这一点黄委能不能冻结少一点呢？来了，不是啊，这在委员会我已经讲过了。在委员会我表决书我摸摸鼻子算了，但是这件事情的是非我一定会争到底。你有你的说法没关系啊，专案报告的时候大家来提嘛，你找哪些专家做什么样的审查意见，经不经得起考验，大家来提啊。啊，你觉得我坐在这边指控原人会包庇，主委觉得太沉重，没有关系啊，我这样的指控到底可不可以经得起检验？一样啊，我们到专案会议的时候好好讨论清楚啊。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讲了，现在在监察院调查里面参与的人给监察院的意见，对于原能会严重包庇行为的责任应予追究。好，这样子啦，我们不必再。就在专案报告，你准备妥当，反正都要来专案报告了，我们不要再预算审查。专案报告是没有问题了。好，那冻结这样的，冻结500万的，20%，好不好？冻结500万。而且另外我在这边有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还不晓得监察院约请我们，到现在为止，监察院我们都还不晓得监察院对于我们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有权要知道这件事情嘛，没关系，你调查。你他会调查，他就自然就会调。他应该会通知我们的结果。他会通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结果。好，没关系。这个你最好是不要调查嘛。有调查，他表示说他有查出一些事迹还是怎么样，没关系呀、啊。哦，我跟黄委员商量一下，我们就冻结500万。那这边已经冻结800万，就1300万了。我们好来，跟自己报告一下啊。2018年到2018年就是第二幕的这个。预算嘛哈，所以委员会是动600嘛哈，刚才这个洪委员使用，所以动800，动200嘛哈，所以就动800。我们原能会的建议哈，第二幕这个呢，是不是统一啊，动1000万，然后我们做专案报告，包括刚才这个黄委员国昌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在专案报告里面都来详述。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第二幕统一，我们动谁1000万，然后做专案报告。这样子的。动1200万呐、啊，不要再讨价还价了，好，好不好？我们动1200万呐、啊，好，那这样大概5%而已啦，你们要谢谢黄委员的了。然后就做专案报告哦，那个查清楚了，好、哦，黄委员也不是对谁有歹意、啊，没有，我倒没有这个意，倒没有这个，我讲黄委员给我们的监督或者我基本上我虚心接受，但是基本上是。
他是要求是非嘛，那我们也是在求是非。好，那第三目啊、哦、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列啊、哦。那其余啊、税入的部分，我们也照啊审查会的这个通过的预算照列啊、哦。来，辐射侦测中心，辐射侦测中心第一目至第四目都没有提案，委员会是通过第一目动辄100万提书面报告，其余照例，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来啊、决议来办理。那来再来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委员会有哦有一个主决已经撤案了、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委员会通过哦冻结本项300万提书面报告。那么第一目哦一般行政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预算照列，第二目放射性物料管理委员会通过动辄100万提专案报告，好、哦、提专案报告。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提案放射性物料来有188，我们第二目我们是进行第二目啊、哦，那个高路委员，好，这关于就是。那个蓝屿核废料迁出蓝屿的这个事情哦，其实，我们在这个教文委员会已经提出很多次了。那台电虽然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诺放置在蓝屿的核废料要迁出，但是呢，就一直找借口说你找不到下一个去处哈、哦，最终处置厂，所以这个蓝屿核废料呢就一直摆在蓝屿。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根本不能因为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就让这个核废料继续摆在蓝屿，更何况就是真相调查吼、哦、原转会去做真相调查之后也是说这个迁出核废料是必要的。我姑且不论就是公投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状况，我们原住民未来只会更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核废料放在原住民地区。然后主委哈，你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我都还记得你亲口跟我讲说要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然后居然我发现在2018年就是去年中的时候，你们曾经也提出了一个低放射性的这个废弃物最终处置厂址的设置条例的修正草案，为什么你们遇到之后又收回来？所以其实这可以看出来，你们当初所下定的决心到最后又缩头啦，又缩回去，然后缩手了。那你是因为你的法治有问题还是怎么样？那你答应的事情如果没有做得到，我觉得你对于就是那个蓝屿核废料迁出蓝屿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而且一天没有迁出去，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就荡然无存。所以动这个20%400多万，我觉得真的是太少了。可是我坚持一定要冻结20%。坚持吗？坚持。好，那坚持的话，因为我们先说明一下，来，应该说明了，来。院长和各委员，那事实上蓝屿核废料的确台电是没有在106年选定，我们是有给他采法了哈，就1000万、3000万、5000万，最高5000万我们都开下去了，也要求他提出这个迁厂的报告。啊，他这个里面其中有个叫集中储存的方案，那现在行政院废核家已经列为优先，虽然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些进展的哈。啊，选址条例的确这个东西核废料。是高度社会争议的问题啦，啊，也涉及到环境跟世代正义嘛，啊，不是单纯的工作，是一个使命，我们一定会积极去做，啊，但是不是也不是说片面可以去决定，大家的确要集思广益，所以我是请求啊，这个我们都是负责安全的管制的费用啦，安全是不能打折扣的啦，所以我是请委员说，还是并同在第二目委员会的冻结100万，我们会提出专案报告。以上报告送，谢谢。另外，高路委员，我是这样说过，那你也
我相信你到目前为止，你还也是相信我有心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到位。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哈？我想你也很清楚。事实上呢，我们针对的我们对台湾电力公司所提出的南屿圈厂的计划书，还有南屿关于集中储存的这个，我们核定的时候呢，都有核定他们的连线。那你也知道，现在目前呢，我们在我们层级之上，还有一个飞鹤家园的专案推动小组。事实上，他们目前也在做。我相信这一点啊，这一点我希望高路委员要了解一下他们目前的进展的状况。我知道飞鹤家园，我要特别小组的推动，可是我认为这个真的是遥遥无期。不是，我而且里面也没有原住民的委员在里面啊。有关原住民委员是有保留一席给蓝屿，但是蓝屿他并没有派啊，目前都还在保留。哎，我要特别强调哈，就是说我所知道目前的进展的状况是的。前阵子你可能认为，可是这一次大选完了以后呢，我所知道的，他们现在目前在汨罗景谷的，正准备大概在过完年后，他们就会开，而且呢，希望有点建设性的。这点我希望就是说，这个高路委员能够了解说，我们的确是很想把这件事做好，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的层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是一直在推动的，而且目前我说的，相较于过去这一两年，我认为露出了一些曙光，所以说我希望呢，你们立法委员能够支持我们，啊，能够在背后呢 backup 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这事情进一步的推动。当然，我所谓 backup 当然包含 push。换句话说，你给我们压力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朝这方去努力。事实上呢，我想你也可以看得到，过去这两年来，我们在这一块呢是有在努力做，但是问题是我们卡在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是说包含刚才所提到的合一的这一部分干储的事情，啊，这里面也牵扯到新北的状况。但是我也知道，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有比前年改善了许多。好，为什么？啊，我想尽量时间缩短了，啊，好，那我就我的意思就是说，等你到专案报告之后，就像刚刚讲的，现在十一点，我们还有文化部要处理。那所以我希望他就是说，那这样子啦，不要科技，不是啊，你们尽快做就可以尽快解冻。我现在我就是要求你们提出方案嘛，因为你们代表性跟积极性都有问题，所以坚持动20%，因为这20%加起来也才480万啊。我们整个经费才2000万了哈，其实动500万是对我们来讲是太沉重了，而且是安全哈，不希望去影响到安全的一个问题。那动18可以吗？不是啦，主委，现在也只剩这一任也只剩一年了。啊，我这是小英总统道歉的核心之一，啊，他可能会因为你而黄牛哦。是，我们接受，好。那就冻结20%，提书面报告，怎么样？好，来。专案报告啦。合并委员会，因为委员会已经冻100了嘛，所以我建议这次都总共哈，总共冻。你们哦，你们总共冻整个委员会冻100了哈，所以你现在是希望这400万。那就涵盖在里面啦，那就冻结400万啦。没有啊，就冻结20%啦。啊，20是480万。啊，对啊，那就480万啊。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比起过去蓝屿核废料一直放在蓝屿这几十年来的伤害，我冻结你480万不为过啦。你全部把它冻结，他还没有办法处理。那要更好。好，来，委员会冻结100万了，跟这个在场委员啊恳求哈。第二幕合并哈，就是冻结200万，因为跟委员们坦诚报告，这2000多万哈是要来做安全监督啊，全国所有的核废料的，不只是只有核电厂的废料，不只是只有蓝屿核厂的废料，全国一农工商所有的废弃物的管理、核燃料的管理，所有的费用都是在这2000多万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建议啊，是恳求啊，是啊，第二幕总共，我们不要在这边讨价还价。如果谈不成，那各党的党团的意见怎么样？冻结20%怎么样？你要冻多少？冻200万，提专案。就是，欸，到底有没有决心啦？冻结20%就冻结20%。如果没有，我们就保留。保留再讲啊，好不好？再保留，因为。
这个我们不能，没有没有办法在这边这个预算不是这样子处理的，我要改个等。嘿啦，是要他提出专案报告，然后他有什么解决方案？你冻结他，你冻结20%，他2000多万。如果往后其他的方式性的管理有发生问题，我们立法院是要负责的，因为我们跟人家通过这个冻结案，我们是要他把这一些管理好。我的意思就不要拿这个安全来威胁我。好了，所以我们就保留了哈。来，那个189那个亲民党党团这边冻结100万，你们冻结100万，我们就是还是列在里面了，但是我们好，你就列入100万里面啊。那个院长给我们10秒钟，其实我们态度其实跟高路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相对是明确的啦哈，因为这个部分亲民党对于蓝宇这边其实也相对的也关心过好几次，那我们只希望说基本上这不是互踢皮球的时候了哈，就是说安全的管理跟机制本来就是你们应尽的，这个是零容忍，这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这不是拿预算来绑的，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们要如何去加强监督去积极办理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样合并就是列在200万里面。好，那蓝宇就要专案了吗？100万，因为我们是100啊，可是他们总共是 total 是200嘛？ total 是100啦，因为100，高路委员他不愿意嘛，本来是说看是不是400万，然后就并入，那高路委员一定坚持一定要动到480万，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2000多万。和后端基金有几千亿，那个东西你们也可以做安全的管理。我的意思是说，安全的管理还有很多的钱可以用，不要拿这种恐吓性的言论来去恐吓我。因为我跟你们讲，过去你们做出来的承诺，还有小英道歉做出来的承诺，我们不要再发表言论，冻结20%不为过。11:08，我们还有好几个单位还没有处理哦，一定要处理完，教育委员会处理完，我们才会休息。我还去南营看过，这样子的，你开棺验尸啊！不要再讨价还价，冻结500万了、啊，就是全部包括亲民党，包括高路委员，冻结500万了、啊，包括这100万，就总共冻结500万了、啊，好不好？你们反正要来做专案报告了，提早过来了，好不好？好、哦，第二幕了，哦，就冻结500万了。然后做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啊、哦，六目2440，我这样大概是也是将近20%的啦。这个不要动这么多可以吧？来啦，动十趴多啦。无啦，阿姨都啊，没关系的。我觉得坚持就是这样嘛。要各党怎么样？要不要那个高路委员？那有保留啊。我们建议保留。刚才我们建议保留嘛，就是动100万嘛，那我们动多少是保留之在再思考是没有错，但是因为刚才一个人说，反正很可惜啦，他坚持说他把这个冻结不是要把你的预算删掉啦，你尽早送过来，赶快排，很快3-4月份就解冻了啦。好，你分季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冻结数放在第3季、第4季来使用。一定来得及的。抱歉啊，事实上我们的确就是这2000。那刚才所谓后端基金几千亿哈、那个是台电的钱，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碰它一毛钱的。这个先不要再讲其他的了，就是要不要接受？那不要接受，我们就保留嘛。好了，好了，好，那就保留。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原能会要踩那么硬哎、欸。如果是这样子，你们在那个改组的时候，自己去考量自己的去留好了啦。那个亲民党党团，你是要不是啊？如果没关系啦，要踩这么硬也可以啊。那接下来下面的案子全部都保留嘛，我们一案一案来表决。刚开始丢了、怎么样？啊，不要这样子啦。那刚刚主委20%自己都说好啦。院长最后打圆场，500万高路也接受啦。那怎么是圆场呢？那是硬凹下去的、啊。没可以拿，那就、对嘛，那就没有关系嘛。拜托啊，那剩的原能会的案子就不要处理了嘛，其他通通都保留嘛，反正你们执政党表决会赢呐、讲白的就是这样嘛。主委，你用这个态度没有用的、好，麦克修杰啊，这么那你是什么态度？那个主委，我刚才那个大家应该总共啦，来谈啊，我就是亲民党，对，包括原来的100万。
那加上高路委员就冻结500万啦、啊。那报告后，啊，专案报告后使得动资，好不好？这个不要再争议这个经费的挪用了啊、哦！我们都很清楚，不会产生问题的，你放心了啊、哦。这个报告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的，那下个会期都不一定会过嘛。会啦，挪到最后，现在还有没有够的？这还大家还不清楚吗？这个很多游戏可以玩的。好，那这个我们这个啊、第二幕哈、哦，我们那后面这个10万啊、哦，这个十万还有1/5，国昌委，你这个1/5250万，这个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并案就冻结500万了、啊，第二幕，好不好？190万的部分哦，是希望就有关于他们在监督台电选址的时候，希望资讯的透明，民众的咨询权必须要确保，这个比较简单。好，第二个部分191案，嗯哼，是针对帮屏东的民众抱不平，在处理这一些放射性废弃物的时候，结果竟然在屏东到超过标准将近10倍。致癌的灰渣到屏东的掩埋场，啊，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发生了这么离谱的事情，屏东那边的民众都快爆炸了。结果呢，对外的一致的是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对健康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出了这种事情，就要彻底的检讨，彻底的反省。那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屏东的民众？大家吓都快吓死了，结果对外讲的都是啊超标十倍啊，不会啦，那个对于人体健康无虞。这件事情是我们在191案要求放射性物料管理局针对这件事情的具体改善跟检讨报告，要到教委委员会来进行专案报告。这个就并案啊、哦，在第二幕的部分。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你们就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哈，就把高路委员的关心的议题，还有亲民党党团关心的议题，大概都是蓝鱼啊核废料的相关问题，还有黄国昌委员提到的这个问题，也一并做专案报告。那我们的冻结就是500万啦，好，好不好？来，那第三幕没有提案啊，我们就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那么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在委员会通过哦、啊，是冻结啊，贬项300万啊。那第二幕是100万，那现在第二幕改成500万，所以你们是总共是冻结800万啦、啊，好、啊，对不对？好、啊，好，这很清楚。来，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啊，在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大概都撤案，所以核能研究所已经无提案，我们都就照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照例啊。好，来，好，委员会你们就到这边。好，谢谢院长，谢谢委员。好，好，那等一下就文化部以及所属，我们休息3分钟哦，我们上个厕所啊。